各位朋友，那我们的今天的听证程序会在1分钟之后开始。那请大家还没有就座的，可能要尽快就座。那我们基本上在现场不可以采访。那如果需要摄影或拍照的话，请不要干扰听证程序的进行。那谢谢大家。另外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在听证程序进行的时候，麻烦记得将手机关机或调成静音。那希望不要因为手机那干扰到听证程序的进行。那我们今天的听证程序也会全程由网络直播。好，各位，我想今天是我们本委员会首次举办的这个听证会啊，那也许我们经验会比较不足，或者是安排有不周到的地方哈，再请各位见谅哈。在听证会开始之前，我们要处理一些程序的问题啊。那因为我们在昨天的晚上，有收到这个由中央投资公司及新益台公司所提出的回避的申请，是申请本人跟施锦芳委员，就我们两位主持人，要就这个听证的主持要进行回避，那所以我想跟这个中投公司跟新益台公司的代表人或代理人确认一下，对这个回避的申请是不是仍然请求回避。所以中投新一台也撤回吗？主席哈，还有两位委员，你各位先进哈。那各位贵宾，我想最主要是这样哈，因为我是昨天也是傍晚，那因为我们律师董事呢，他真经过他们专业研究以后啊，有提供这样的一个意见了。那我觉得是在整个法律论述里面，我们当然很感谢那个主委都给我们很大的空间，就是在法律上面他各自表达他的意见，那我们一并审酌。至于主席做什么决定呢？我想我们会尊重。但是我们程序可以进，但是我们必就是这个东西，我们必须要表达我们意见。就因为我从来接这个位置，中投公司包括前面的那个朱主席跟现在的洪主席，都有一个原则，我这12个字我才做，不然我是不想做，就是公平、公正、公开、合情、合理、合法。所以说，我想这个部分我请党部来谅解，因为这是两个法人，这是两个法人。然后想懂股东可以表达我们的意见，但是我们本着专业呢，我们希望能够表达我们的意见，所以我想我们会再继续恳请党部谅解，但我们这边也请主席能够一并审酌。最主要是一个目的是说，按照听证程序呢，能够秉着公正的一个态度来处理这个案，因为这是一个历史的大是大非的事件，所以我想敬请能够考量，好，感恩。好，我们在程序的组织上，一定会秉持公正。那如果有任何异议的话，按照我们的听证注意事项，也可以随时提出异议。我现在只是确认一下，就是说，因为国民党说没有要提出回避的申请嘛，哈，但中投跟新一台仍然请求回避就对了，是不是？这一点董事长是不是确认一下？是。
就说您的答案就是是，还是要申请回避就对了。对对对，就我们立场，好好就中投跟新一投。好，了解，感谢，感谢。那这样的话，因为就行政程序法的规定哈，这个回避的事项我们必须要先做成决定，好，那个听证程序才能够继续进行。那所以呢，我们是不是就请我们在场的这个委员，我们就到这个我们后方的这个会议室呢，做一个临时的委员会的决议。好，那我们两位呢，就这个会议的讨论呢，我们就暂行回避，好吧？那是不是就请在场的委员到那边做一个讨论？
是委员会有决议的话，是请哪一位做一个说明？我跟大家做个说明哈，那我们刚刚在里面开了一个临时委员会，那我们委员会有经过推举，我当临时主席，那也进行讨论。那么有关，那么此次申请我们的顾委员跟施委员回避了。那这个申请人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媒体上面的陈述，引用他们媒体上面的陈述，说他们两位那么之前的发言可能已经有立场偏颇这样的情况。那经过我们委员大家充分意见的沟通是这样的，那么大家认为主要基于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有关这个市委员跟顾委员跟市委员在记者会上面的说明，那么都是那根据我们目前本会那么调查的客观的资料，那么以及委员会讨论做的决定，那么来做记者会说明，那么或者代表机关的陈述了。那这个部分我们认为这个部分没有说有立场偏颇这样的情况。那么第二个要再说明的是还有一个有关今天的听证程序，那么只是我们整个委员会在调查处理过程中那么相关收集的资料，那作为参考认定的参考资料而不是主要或者是唯一那么的依据了，所以呢就这个部分我们认为会就今天整个听证如果所收集的资料，那么也只是供我们委员会做参考审酌，所以就今天这个申请回避的这个事由，我们后来大家经过表决了，那所以呢大家全体一致认为是不构成回避的事由了，所以我们还是请这个顾委员市委员，不必回避今天的这个主持，那么请去所以我们就驳回他们的申请，报告如上，谢谢。谢谢张世新委员。那我们现在开始继续我们的听证程序，就本次的听证，主要是根据政党及其附随组织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的第14条的规定，就这一个该条例的第6条规定所谓的处分，或者第8条第5项就政党的附随组织及其受托管理认定的处分呢，应经公开之听证程序而为。那么本件呢，在之前已经通知给各相关的当事人跟利害关系人说明，今天主要有3个争点。第一个争点是中央投资公司及新一台公司是否为中国国民党之附随组织，中央投资公司及新一台之董事及监察人陈述等5人所持有之中央投资公司及新一台公司股权是否受中国国民党之信托而持有。第3个争点是中央投资公司及新一台公司之股权是否属中国国民党不当取得之财产，是否因命移转为国有、地方自治团体或原所有权人所有。那我们依照这个程序的规范呢，我们就先请本会的主办单位呢，就这一个事件的这一个内容要旨，先跟各位做一个背景的一个报告。那我们是不是就请本会的工作人员开始进行报告？
哦，我们也是第一次租用了哈，所以如果有设施不全的，再请各位能够见谅哈。那么是不是等到这个我们的 PowerPoint 有显示了再继续进行？可以了是 ，OK 好，那可以操作吗？可以，好，那是不是请开始？承办单位报告事件之内容要旨。第一，召开听证程序之缘由，依照政党及其附属组织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第二条之规定，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所执掌之任务系。进行政党附属组织及其受托管理人不当取得财产之调查、返还、追征、权利恢复以及本条例所定之其他事项。依据本条例第四条第一款之规定，本条例所指称之政党，包括中华民国76年7月15日前成立，并依动员戡乱时期人民团体法规定备案者。根据内政部105年9月2日。回复本会之台内名字第10504-33653号函，第四条所适用的对象包括了10个政党。本会据此调查，仅有中国国民党、民主进步党向内政部提供政党财务申报资料。在经本会依照内政部民政司所公开的政党申报资料进行调查。自民国95年至104年这10年的收支决算资料当中，民主进步党所收到的党费、政治现金以及政党补助金等作为其收入及经费支出来源，合计大约65.9亿元，支出则为65.8亿元。然而，在这段期间，中国国民党的党费、政治现金、
以及竞选费用补助金等正当财产来源约为53.6亿元，明显不足以支付其必要经费支出292亿元。在中国国民党所提供的收支决算书中，有清楚名列中央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新裕台股份有限公司为中国国民党的事业投资。根据财务报表显示，国民党主要收入来源长期为财产信托管理收入、中投结缴收入、出售房地产收入、租金收入以及股利收入等等。例如104年度的财产信托管理收入为14亿5300余万元，占该年度经费收入76.5%。另外103年度该部分则为10亿2000万余元，占该年度经费收入65.9%。因此，本会有义务依照本条例第六条、第八条第五项以及第14条之规定，召开听证程序予以厘清。此次听证程序的争点分别为：一、中央投资公司及新裕台公司是否为中国国民党之附属组织；二、中央投资公司及新裕台公司之董事及监察人陈述等五人所持有之中央投资公司及新裕台公司股权是否受中国国民党之信托而持有；三、中央投资公司及新裕台公司之股权是否属中国国民党不当取得之财产，是否因命移转为国有、地方自治团体或原所有权人所有。首先，在争点一以及争点二方面，所谓附属组织之定义，根据本条例第4条第二项规定，系指独立存在而由政党实质控制其人事、财务或业务经营之法人、团体或机构，或是曾由政党实质控制其人事、财务或业务经营，且非以相当对价转让而脱离政党实质控制之法人、团体或机构。其次，在争点三方面，所谓不当取得财产，根据本条例第4条第4款，其定义为政党以违反政党本质或其他悖于民主法治原则之方式，使自己或其附属组织取得之财产。其次，根据第5条，政党附属组织自中华民国34年8月15日起取得，或其自中华民国34年8月15日起交付、移转或登记于受托管理人，并于本条例公布日时尚存在之现有财产，除党费、政治现金、竞选经费之捐赠、竞选费用补助金及其孳息之外，推定为不当取得之财产。第二项则规定，自中华民国34年8月15日起，以无偿或交易时显不相当之对价取得之财产，除党费、政治现金、竞选经费之捐赠、竞选费用补助金以及其孳息之外，虽于本条例公布日已非政党、附属组织或其受托管理人所有之财产，亦推定为不当取得之财产。另外，根据第6条第1项之规定，经认定属不当取得之财产，应命该政党、附属组织、受托管理人或无正当理由以无偿或显不相当对价，自政党、附属组织或其受托管理人取得或转得之人，于一定期间内移转为国有、地方自治团体或原所有权人所有。本次听证所得资料及内容，将作为日后本会认定是否为附属组织以及不当取得之财产之判断依据。为了便利听证程序的进行，本会仅依调查所得资料简略报告两家公司概况。首先报告中央投资公司的概况。该公司是在民国60年间，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文化经济管理委员会筹组，并于同年6月4日设立即登立。设立的3500万元股份以及第一次现金增资1亿6500万元之股本，
总共新台币2亿元，均以59年度至62年度的政府公债抵缴。设立时的登记股东为余国华等12人，并以张新洽为董事长。60年代，该公司以投资为业务，早期投资建台水泥公司、中美和石化公司、东联石化公司以及中华贸易开发公司等等为主要项目，而后速度以现金或盈余转增资方式扩充资本额。至79年时，该公司资本额扩充至37.8亿元。77年间，中央投资公司主要股东变更为光华投资、建华、启盛等法人股东，个人股东仅有象征持股。依照经济部商业司公司登记资料显示，至83年间，光华投资、启盛、建华等公司将持有股数几乎全数过户于中国国民党，中国国民党持股比例达99.99%，并且指派代表担任董事及监察人。该公司于84年间公开发行，并且逐年以发行公司债或盈余转增资之方式增加资金，并拓展事业规模。88年间，中投公司集团子公司包括有华信证券投资顾问公司、中原建设、永嘉化学、大通建设经纪公司、Central Investment Holding、双元投资、齐鲁企业以及裕台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等等，集团资产规模总计约1500亿元，负债约1100亿元，净值约410亿。至90年底，实收资本额扩张至350亿元。90至94年间，中央投资公司陆续整并或处分关系企业，例如90年底以270亿向国民党购得光华投资公司之全部股权，将该公司纳入集团架构内，同时为符合广电法规定，又于94年底由中投直接或间接持有全部股权之华夏投资公司以40亿元价格出售于农力投资公司。因华夏投资公司持有中央电影公司、中国广播公司及中国电视公司股权各约34%、97%以及50%，外界对于此交易价格有所质疑，习以三中案称之。经过整并之后，中投公司几乎已将中国国民党其他于67年成立之光华投资股份有限公司、77年成立的启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粤深昌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景德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建华股份有限公司等等纳入其投资架构内。另外，于96年间，中投公司取消公开发行，中国国民党并将股权信托与刘维奇等人，至此财务不再公开揭露。同年，中投公司开始陆续减资，96年间至350亿减资为200亿，其中1350亿8700万余元弥补亏损，13亿7400万余元退还股款与中国国民党。到了98年间，再减资20亿，退还现金股款20亿与中国国民党。99年之间，再减资分割70亿元资产，成立新裕台公司，资本额降为110亿元。99年至104年间，该公司获利合计75.44亿元，期间分配现金股利或退还现金减资款与股东，计87.33亿元。目前至经济部商业司公司登记资料显示，该公司资本额为110亿元，股权登记于陈树、林恒志、李永玉、马家印以及江美桃等5人名下。
104年底，该公司又以子公司新光华股份有限公司为主体，合并建华投资公司双元之股权，并向新育台公司购回光华投资公司之全部股权，另外合并子公司育台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截至104年12月31日止，中央投资公司的总资产大约为265亿元，它的负债则为111亿元，净值约为154亿元。接着报告新育台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该公司于1999年4月1日成立，系以中央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分割约73亿元资产以及3亿元负债，作价抵充70亿元资本额，并发行70万千股与中央投资公司股东刘维奇等6人，而以黄怡腾为负责人。前述分割资产中，价值56亿5700万元的长期股权投资，所指系光华投资公司全部股权，而该公司资产内容应与中广公司资产有关，另有少数中影公司股权，价值不多。然而新育台公司亦拥有过去中央投资公司出售中影公司与庄婉君等人时，双方约定之不动产出售利润分享权利。依照该公司自行申报之盈利事业所得税资料，1999年底新育台公司系透过100%持有光华投资公司，再行持有育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组织架构如图所示。自102年至104年，新育台公司进行速度减资，将现金退还与股东，各年度之净资、减资以及资本额如图所示。另外，104年间，该公司又将持有的光华投资公司股权出售与中投公司、子公司、新光华公司，故而有关对中广公司资产部分权利亦一并移转至中投公司集团内，而新育台公司因出售光华投资公司取得现金30亿，因而二度现金减资共21亿元退还股东，另外捐赠合计1亿8000万元与财团法人民生建设基金会、民族民权以及国家发展基金会。今年初则减资19亿18万2000元以弥补亏损，故目前资本额减为1亿9981万8000元，股东登记为陈树、林恒志、李永玉、马嘉应以及江美桃等5人。以上报告完毕。好，我们结束这个主办单位的报告之后，我们必须要就这个发言顺序、时间及其他应注意事项呢，我们要做一个程序上的确认。那么在此之前呢，我们有收到有关一些程序上的主张。那我在这边呢，代表我们主办单位呢，向各位呢做个说明。那并且呢，可能如果有这一个补充的部分呢，再请这一个当事人，厉害当事人的这一个代理人，如果有任何意见，再请说明，好不好？那之前呢，有收到这个10月6号是这一个中国国民党行管会的文，然后另外在10月3号也收到中国国民党行管会的文。那其中10月3号的这个部分大概有提到，就是说将新育台跟中投公司合并办理，他们认为不当。那另外呢，就这个3个议题一次进行听证，也认为是有违反条例的第14条的规定。那另外呢，将
没有将政党本质及民主法治原则为何列入争点。那另外呢，就是有提到要传讯证人的问题，那这跟十月六号等一下要函的处理有关。那最后呢，应该是说，希望这个要在一年后的申报财产期限完成之后才来进行听证等等这样子的一个函。那就这个部分呢，在我们会前呢，这个在委员会讨论决议办理听证的时候呢，就分别就这个部分已经有所讨论。那所以已经确立争点呢，就是将新义台跟中投公司呢合并在本次的听证程序里面。那同时也进一步就这一个中国国民党所这一个拥有的相关股权是不是属于不当党产的部分呢，来进行听证。那另外呢，因为这一个不当的与否呢，这个在细征条例的第四条的第四款就已经有所界定，也就是它是一个条例所明定的。所以这一个争点本身当然是包括了所谓不当是指这一个违反政党本质或其他悖于民主法治原则的方式。那另外呢，认为就是说申报财产的期间一年呢，跟举行听证呢并没有必然的连结，所以呢，我们大概就是根据相关的这一个规定呢，以及我们听证的注意事项呢，就举行本次的听证。那这个做以上的说明。那另外中国国民党这一个在十月六号有提出说要请求传唤吴威志教授及杨维珍教授，以及其他历任的行管会的主委。包括这个在这里有提到是刘太英先生、许立德先生、张泽森先生、张昌邦先生、林永瑞先生、林德瑞先生以及林佑贤先生。那就这个部分中国国民党的代表人或者代理人在今天出席的人员，对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要补充说明的？主席、各位委员、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是中国国民党代理人张绍腾。针对刚刚主席对我们十月三号对这个听证程序的质疑呢，我们希望呢这个列为异议的事项。我们认为这些听证程序的瑕疵，仍然应该是作为本次听证违法的理由。尤其是政的细征条例规定，本次的听证以及历次程序都应该依照公平、公正、正当法律程序的原则来办理。我们理解党产会有他的这个节奏的安排，但是对于当事人而言，当事人花相当多的力气来准备财产申报资料，如果仅有从九月二十一号受通知到十月四号党产会公布的申报办法才正式生效的情况之下，难以期待，没有期待可能性，让我们当事人在听证会中做充分的准备。因此呢，我们对听证办理的程序仍然提出违法的质疑，请记明我们的会议记录。以上。就刚刚十月三号你们提出异议的部分哈，那么我们援引行政程序法的六十三条的规定，就是我们认为无理由已经驳回嘛哈。那现在我是说就那个证人的这个部分你们的意见要确认你们要申请传唤哪些证人，我让我了解一下。我想哈，就是就证人部分，各位都知道哈，中投是民国六十年成立的哈，距今已经有四十五年。那中间的过程里面，经过了多任的所谓行管会主委、党管会主委他们是真正执行的人，而且遵循做决策的人。大家众所周知的刘太英先生更是在整个过程里面扮演的关键性的角色。如果这些关键性的角色没有参加听证，没有提供他们的看法，找现在的人，像他是去年九月份上任，我是今年五月二十号上任的。各位知道一个公司三四百亿的公司，那追溯的资料甚至是从三十四年追溯到现在，经过七十一年的这个时间，
那不找当时的负责的人出来做证人，找520以后两三个月的人来做证人，他的效力，他的实质的意义是不是能够回复到中投当时投资的过程、决策的过程，是不是当不当？我觉得这位请各位委员要深究的啊。我想这一点啊，请那第二点就是刚才讲过的时间的问题。一个71年的资料，300-400亿的，甚至说号称有几百万党员的一个国民党，你叫我们花16天的时间来准备资料。然后准备的资料包括了动产，包括不动产，包括股票。各位想想看，可不可能？就好了，一个家庭好了，叫你找71年中间的你买卖房子的资料，你的股权，你买一买什么股票，都不可能，何况是一家一个社团法人，一个家公司。我想这一点也请各位委员审酌，谢谢。那个我说明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听证的事项就是集中在中投跟新义台，还有国民党是不是拥有中投跟新义台的股权的这个事项，所以没有旁及其他。若其他的事项也要再进行听证的程序。那么按照我们听证的注意事项，事实上应该是在听证的期日的5日前要将书面意见跟资料提交本会。那我们之前在9月30号接到你们的出席听证的这个内容的时候呢，事实上是并没有提及要申请传唤证人，但是你们在后面的那个听证出席听证申请书的最后2页有提到2位这一个你们把它勾为证人啊，但是并没有去明讲说要申请，也没有出具书状。那真正出具书状是在10月6号，那今天是10月7号，也就是昨天才正式有提出来了。那已经事实上没有这一个核予这个我们5天前的一个要求。那我看了一下今天的出席人员的签到，就有列在你们说要出席的证人的名单里面的到场呢，应该是只有杨维珍先生跟吴威志先生，是否如此？就是因为你们其他历任的行管会的主委今天有来吗？没有，没有就是了，没有。好，那这样子好不好？那历任的行管会的主委有没有要征询他们的意见，以及如何方式的安排，以及本次听证结束之后要不要再继续办理听证，然后传唤他们到场？我们委员会在今天的听证程序结束之后，会综合今天的听证的结果，然后再做一个决定。那就今天的这一个杨维珍先生跟吴威之先生有到场的，能不能请两位说明一下，大概他们要带证的事项是什么？委员各位好，我们代表中国国民党要求传唤吴威之先生以及杨维之先生来传唤的带证事项，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当中的第三个主题，关于中国国民党取得中投的股权的历程，是否这样的股权拥有是基于中国国民党被细征条例推定的不当财产所取得以上。中国国民党是申请传唤2位为证人嘛，那就我理解证人应该就亲身经历的事项啦，所以我们当然对于你们有应该要释明他们2位是不是真的有亲身经历您刚刚所讲的那个第三有所质疑，但我想我们今天因为是听证的程序，并不是一个说一般的开庭的程序，有这么严格的一个带证事项的一个明确性的要求，所以我想我们原则上就会允许，就是今天既然已经到场，那希望他们能够有机会陈述意见，那你们也表达希望以证人的身份来的话，那我想我们原则上就允许他们以证人的身份然后来做一个说明。那在程序的进行上面呢，看各位意见如何哈。那是不是我能够先确认一下，就是说今天的程序我们要传证人的话，这些证人必须要亲身经历，是不是？
你刚才有提到一个亲身经历的话，那像我的话，五二零以前我都没有亲身经历的话，那我怎么当证人？我不知道是不是遗误了，对不起哈，我必须澄清一下，因为我们将来在作证的时候，如果没有亲身经历的话，可能就不适格。那五二零以前的事情，我可能不适格，抱歉，谢谢。好，了解了解您的这个对于您说真的证人不适格的这个想法，所以等一下如果下午在进行证人询问的时候再请您做一个适当的表达。那我现在先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开始要进行这一个当事人跟利害关系人的一个发言。那我想了解一下当事人现在我们有三位嘛，有中国国民党、中央投资公司跟信义台，那想了解一下是哪些人要发言，一开始做陈述。就中国国民党的话是邱大喊先生跟代理人张少腾律师，那有两位。那中投公司跟信义台公司，中投就是是中投信义台一起还是分开？要不要给个麦克风确认一下？因为我们因为这个听证会也要做成记录的。这个部分就整个那个说明来讲，我们会一起讲，但是我们希望这个部分的处理应该分开来处理，这样子。的发言就对了啦。是，这不是我们在整个分析的时候，我们可以就同一次来说，就讲一起讲就对了，能够分别来处理。对对，处分当然要分别来处理。我现在是说，现在决定您的发言的这个您是要一次讲就对了。哎，会我们就是因为您来的那个东西就是一起吧。是是是，没有，我只是要确定一下，你要分两次发言还是要一次发言这样子？是是是，然后来决定那个发言的时间。那另外就是还有是代理人吗？是古律师，古相宜律师。那您是就中投信义台一并，还是说要分开一并？好，那这样就是中投信义台就是两位这样子，就当事人而言。那我想确认一下，就是说我们原定的这一个发言的时间大概是十分钟一个人，这样可以吗？可以，好不好？好，那那利害关系人的部分，我们确认一下，今天到场的利害关系人有林恒志先生、李永玉先生跟江美桃女士。那三位是都要发言吗？都要，三位。那三位发言的时间也是多久？十分钟。OK， 好，好，好。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先进行这样的程序哈？那所以我们是不是就先请好，那我们发言呢就可能要麻烦上台。那中国国民党的是先哪一位？邱大喊先生，好不好？好，请上台。哦，有。我们这个不是很这个完备，这个所有的设施，再请各位能够谅解。跟各位要发言的人说明一下，就是我们是时间到前的，我们前面有一个那个发言的那个时间的显示，那应该在截止前的两分钟，是不是？
应该会有响铃吧，是吧？有准备吗？啊？有吗？没有。好，那就是直接在这个那个上面做一个显示。那再请各位能够依照这个时间来表示意见。好，谢谢各位的体谅。好，好，谢谢。听得到吗？听不到，听不到。听得到吗？听不到。啊？稍微低一点。斜斜的。这样可以吧？好吧，这样可以吧？好，谢谢，谢谢工作人员哈。我首先哈，我是代表国民党来做这个关于党产的陈述。我必须很诚实的跟各位报告讲，我是520上任的。但是呢，我跟党产的接触其实不是始于520。我想在座的李瑞昌委员都知道，李瑞昌先生知道哈。我当时服务在交通部总务室的时候，我当时处理的中广公司的这个诉讼案，我认为中广公司可以作为包括今天后以后关于党产的处理的一个典范。我们一切就是讲证据，一切就是依法办理。我相信国民党也好，包括当时负责的我那个很尊敬的学长李瑞昌先生也好，我们都认为这个是一个正规，一切依法办理，一切依法办理。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没错吧？那法治国家，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国民党的立场，7月14号，我们洪主席已经讲了。我们是护华护宪不护产。我们今天所以国民党如果被一个我们号称是违宪博物馆的不当党产条例把整个财产没收，我们认为我们的在任的每一个人在历史上面都是有亏职守的。我再强调一次，国民党绝对不认为我们这些财产非保留不可，但是呢，我们要交出去，我们要有正当的理由，依照法定的程序，只要不是合法取得的，国民党一平方公尺一寸的土地也不愿意留下来。包括我来行管会以后，我们用最严格的标准来做检视，只要有瑕疵的，只要有问题的，我们绝对不复产。但是呢，法律的原则，尤其是宪法的原则，我们必须去遵循。如果我们对法律、对宪法都不遵循的话，国民党还算一个合格的政党吗？我想这是国民党必须要做一个正式的宣示。我们今天反对的并不是说党产的清理，事实上各位如果知道的话，国民党党产的清理的话20年前就开始清理的，那我必须很坦率的跟各位讲，清理的过程确实是有一些自己护短的心态，但是各位也晓得，我一直在讲说，党产清理有3道障碍，第一个障碍叫黄方雄障碍，第二个叫做许志雄障碍，第三个叫做马英九障碍。如果今天党产会的任何清理没办法超过这3个障碍，我跟各位讲，党产会将有愧于历史。为什么这样讲？包括党产会的成员，包括这个不当党产条例的过程里面的纷纷扰扰，没有错，你们会觉得说你们被污蔑，你们被扭曲，很多报道是偏颇的。但是如果从一个平心静气去讲，
各位很多学法律的，法治国的基本原则是什么？那我们不当党产条例有合乎法治国的基本原则吗？溯及既往，有罪推定，针对性立法，这是法治国最基本的原则。各位委员，你们今天是委员，你们今天是历史上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刻。当你们做任何决定的时候，请你们回到你们念法律的时候，老师怎么教你们的？法理学怎么教的？法律上面我严格讲起来，我不像想象中各位那么专精，我不像各位口才那么好，在这个电视媒体上面可以侃侃而谈。尤其像我们杨伟忠委员，是我们文传会的副主委，他的口才更是一流的。但是我相信我们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必须回到法律的初衷，法律理论上面初衷，我们老师怎么教我们的？在座也有很尊敬的学姐哈，这个苏锦芳，我有很尊敬的学长哈。我们都知道，土地登记具有绝对效力。为什么？我们台湾的土地制度、土地交易，在某种程度上面，只要一登记完了，大家相信的。但是今天不当党产条例通过，又会产生什么后果？各位晓不晓得？71年来，只要你买过国民党的任何一笔财产，虽然这个财产你不知道那家公司叫做国民党的附属组织，但是你可能就要被清算，你可能就被清查，因为你可能买的是不相当的价格，你可能被追偿。71年，可不可怕？今天如果把中投附算为附属组织，各位晓不晓得有多少家公司马上就有什么？就有公股董监事。我可以告诉各位，刚才算了一下，有41家公司马上变成准国营状态。各位晓得，如果在企业经营上面都知道，你持股不正得到51%，你只要有实质影响力的话，就某种程度就变成国营公司。我跟各位讲，只要把这41家公司股票的名称揭露出来的话，我相信明天股票一定大跌，相信不相信？因为这41家公司马上就有公股进驻，这个是我们法律的初衷吗？我们的绝对效力是这样子的吗？我们的保障是这样子的吗？我相信各位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务必要深思熟虑。我再强调一下，国民党绝对没有要复产。7月14号，其实是我们一直主张的，包括我都跟主席讲说，国民党要的是选民的支持，要的 不是要国民党要能够再度执政，能够再起，绝对是要选民的支持，绝对不是这些钞票，绝对是选票，选票跟不等于钞票。那我们怎么样？就是绝对要抛弃过去被人家诟病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大胆的提出来，就是说只要我们把我们党工这些权利保障出来，只要我们保留必要的办公室，国民党所有财产全部捐出来，全部捐做公益，在某种程度，这也就是所谓党产归零。当然以前很多主席讲过党产归零，跟各位报告，我也跟洪主席讲，如果今天你不是要来叫我做党产归零的工作，对不起，我明天就走路。也就是说，我以个人的荣誉做保证，我一定按照这个原则去执行。但是在这个执行过程里面，有这么需要这么粗暴的方式来执行党产归零吗？我简单举一个例子，好比说讲到大家昨天报纸又放话了，说齐鲁，各位晓不晓得齐鲁是什么公司？齐鲁曾经是青岛啤酒的母公司，它成立在民国36年，但是民国60几年才并到中投里面去。今天如果按照今天的结果，我们也可以意料得到的，马上就说中投是附属组织，马上把它的财产收归国有，那齐鲁就变成国有。但是齐鲁有两个齐鲁啊，60年以前的齐鲁啊，大陆时候的齐鲁啊，那些还没有判定是当不当，你就把后面60年以后的齐鲁，因为只因为它归到中投里面，把它认为叫做不当党产，就收归国有。
这个有道理吗？还有就像中投拥有国民党很多党产，很多民众服务站，我今天也带了资料，因为时间实在很短，我请我们叫做主花会赶快去说，就是说各地民众服务站到底有多少是民间捐的，有没有资料留下来？我今天有带了，带了60几个地方，都是民间有捐款，而且捐了多少钱，在什么时间捐，都有立碑为证。但是因为财务调度的关系，这些财产已经归到中投名下。如果按照今天这个氛围，大概很有可能下午以后这些财产都归到中投名下。但是呢，还没有归到中投以前，他明明白白就是民众捐的啊，5000块、500块都有立碑为证啊，可以这样搞吗？可以这样来做吗？逻辑上对吗？我想，因为我时间很有限，哦，我就讲到这里。但是各位，今天所做的任何决定，历史上会给你们留下名字的。你们大家很多是学法律的，法治国的基本原则，请各位永远要记住，要不然我们就不成为一个法治国家。以上，谢谢。谢谢邱先生。那个如果有任何的书面资料，不管是在会议中或者会议后，都欢迎在提供资料跟我们参桌哈。那我们我先说明一下，就是说我们当事人陈述完以后，利害关系人陈述完了之后，是学者专家陈述。那学者专家陈述，然后如果出席的政府机关代表有要陈述的，那我可能等一下也再问一下。那我们先将这个程序走完，那下午可能要进行询问当事人或证人的一个程序。那我们接下来是主席有个程序问题啊，我们现在发言是三个问题一起，还是一个问题10分钟？没有啊，就是刚刚讲你刚刚发言一起10分钟，对对对对对对，好不好？好，那我们是不是请那个中国国民党的代理人张少等律师？各位委员、主席、各位学者、专家、来宾、媒体朋友，大家好。本人代表中国国民党，针对今天听证会所询问的问题，表达意见如下。首先，立法院国民党党团已经在9月1号提出释宪的申请。我们主张，本委员会的组成脱离中央行政机关组织条例的规范，是属于违反法律的组织，因此本委员会所进行的会议以及做成听证的决定，系属违法之程序。第二，纵不论违宪与否的问题，依据我们的组织规程，本党的委员应该不可以有受刑事案件起诉的情况，如果有经过判刑的情况，自然是包含在组织规程第21条第5项所排除的范围。因此我们认为，在这样的委员会组成违法的情况之下所做成的决定以及听证会的举办，均属违法的程序。第三点，关于我们今天听证程序的意见，我们刚刚有稍作讨论过，在今年的10月3号以及10月6号，我们分别行文给党产会，主张中投跟幸运台应该分别听证。两者的公司都是透过不同的历史的背景，历次的股权增资也各自有各自的财产进入。那么依照我们今天的问题，第三个问题要讨论的是说，这一些中国国民党拥有的股权，这股权是怎么换来的？这个股权的代价是不是来自于中国国民党原来依照系政条例所推定的不当党产所换来的？因此在讨论第三个问题之前，应该针对每一笔的财产是怎么来的先做讨论，中国国民党如何取得这些财产先做确认是不是不当财产，
再针对中国国民党把这个财产交换为中投公司股票，是否有不相当代价或财产来做认定。因此在程序上，我们认为依照条例第十四条，将附随组织的认定以及是否为不当财产的认定，以及这不当财产是否应该收归国有的认定混在一个听证程序里，是没有办法让我们的问题清楚呈现，也直接违反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第四点，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是讨论中投以及新育台是否为中国国民党的附随组织，但是施行细则里面对于附随组织的定义，定义了在人事、业务、财务上有直接、间接的支配。施行细则现在还没有生效，总统府尚未核定，因此在一个施行细则对于何谓附随组织尚未定义的情况之下，我们今天听证会要如何用什么标准来讨论中投跟新育台是不是国民党的附随组织。这是我们提出程序上的质疑。那么第二点，关于程序上财产的申报，财产申报程序各位理解在在9月5号党产会的第一次开会里面已经把财产的公告的格式做了一个预告，但是这个财产如何申报，什么样的财产要申报，这个格式是在这个礼拜二10月4号才正式生效。一个10月4号才正式生效的财产申报跟格式，没有办法期待中国国民党在三天内依照这样的标准做出任何的准备。因此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听证程序不符合行政程序法实质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完全只是要求中国国民党来这听证会跟各位说一下他过去的历史，资料面的提出完全没有足够的时间，没有充分的讨论来提出。最后有关于这个第三个议题里面提到的中国国民党历来取得的各项资产是否属于不当财产，我们依照细征条例规定相当的清楚，只要是来自于捐赠、党费或者其他政党补助都不是不当财产。但是这一些光是中国国民党针对这些党费捐赠的费用到今天为止都还没有完全统计完毕，那么就急于召开此次听证认定三个层次的问题，我们认为完全没有期待可能性，也违反细征条例所宣示的实质法治国原则以及行政程序法所规定的正当法律原则。以上的说明，谢谢。谢谢。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请中投跟新一台的董事长是陈是不是那先请古相宜律师吗？是，那他讲完再换您讲就对。OK， 好，那我们是先请古相宜律师。各位来宾、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投和新育台公司的代理人古相宜古律师。在一开始的时候，中投公司有提出有关申请委员回避的事项，我要在这边再补充一下：一个法治国原则，没有程序争议就没有实体争议。要达成追征，你要去剥夺一家合法公司的财产权，要先符合正当的法律程序。我们为什么要提出回避的请求？我们认为公听会的目的是在厘清事实的真相，不应该先用舆论来引导，不应该未审先判。那刚刚有这个党产会的委员说这是机关的意见，那我们只能很遗憾地表达说，那表示机关在听证会前已经有了一个偏颇、先入为主的观点，那这样的观点其实是违反行政程序法，包括说主持人应该本于中立公正的立场来主持听证。那我们要说明的是，今天讨论
中投公司、新运台公司是不是赋税组织？为什么要讨论这个议题？它其实是依据一部违宪的法律。讨论这个议题是要把赋税组织的财产来认定它不当，全面的推定，溯及既往的推定它的不当财产，来进一步要求赋税组织去返还这个不当的财产。到底财产是不是不当？我们要说明，在法治国的原则下，财产不法的财产才要返还。那到底是不法的财产还是不当的财产呢？不法理当应该返还，但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到底是不法的财产还是不当的财产？我举例来说明，现在大家讨论公务员的 18% 的退休金优存的问题。以现在的观点，或许我们可以用现在的观点来认为说，现在 18% 的优存利息已经过高了，但是当时的 18% 的制定都有当时的背景，也是依照当时的法律合法的。那现在我们不能以一个只讨论转型正义的一个大帽子，就通通认为过去所取得的财产是不法。今天其实讨论要先厘清哪里是不法，哪里是不当。今天这个法律它是追溯70年前的，它是溯及既往。那有关溯及既往全面推定，它违反了法治国原则底下很重要的信赖的保护原则，以及禁止溯及既往的原则，不应该由中投公司他们来说明说为什么这70年来他到底财产是如何取得的。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条例公告才2个月内，那有关所有的程序问题，我们刚刚上台我们才知道这个3个争点其实是合并来讨论。那为什么今天的程序包括争点1、争点2、争点3是不同层次的问题把它合并在一起，那这么重要的一个程序问题呢，并没有事先在听证程序内进行预备听证。事实上以公司他也无法来进行听证程序的一个准备。那中投公司他是成立45年的公司，这45年来他的资本的形成跟变迁都很复杂，并不是短期能够厘清的。要在这样的一个听证程序来厘清说这45年来整个股本的形成，在没有事先的一个预备听证程序下，根本没有办法进行良好的一个准备。那整个程序问题根本是违反一个正当法治程序，正当的法律程序。那我们要一再强调，中投公司它是一个合法营运的公司。那今天法律的结果要求禁止处分，这是对一个合法公司财产权的一个剥夺，对财产权的一个限制。那已经侵害到了一个合法公司的一个财产权，在厘清这个问题前，必须先就这个法律的违宪性来进行审查。那关于这部分，我们也已经提出了一个向行政诉讼，提出了行政诉讼。那以上就是我们这边我代理人的报告部分，谢谢。谢谢古律师。那接下来是陈董事长，好，麻烦一下。主席，各位委员，各位贵宾，各位先进哈，大家午安。我觉得说有这个机会啊，我非常感谢主办单位这样的一个安排。第一个真的也很感到很荣耀，也很严肃。那第二个也感到很痛苦，又很惶恐，因为之所以荣耀。因为一个120年的政党，我今天能够为他发出一点声音，只要是公平正义，我希望大家能够共同理解，政党政治必须要健康运作，公平竞争，不是用
各种不同的方式把它扫入灰烬，形成一党独霸，一党独占。我想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是希望说大家很诚恳很冷静来面对这个问题。而这个很严肃的问题，也可能因为这个样子的话呢，一个创党120年的历史可能慢慢它要弱化了。因为刚刚有很多包括我们的主委两位律师有提到，就说因为这是一个违反宪法很多的原则，我想我们书没有提到，当我们有没有办法争取到大法官合理的给他一个解释，我们只有期待。只要秉着公正陈述一生的形式呢，只要本着公正公平正义，要我做任何牺牲都愿意，但如果不符合公平正义，最后一口气我还是把声音发出来。第二个，为什么很痛苦呢？因为世界各国没有一个国家民主宪政在一个执政以后呢，因为立法多数强行通过这样一个法律，用各种和又所谓依照这个法的手段兵不血刃呢，来抽有一个最大的在野党。很多人这样讲他很感叹，所以我很痛苦，我也很惶恐，因为这个任务非常的艰巨。因为呢，今天假设这个案子能够成立，那中投新立才要嫁入豪门呢，应该很高兴，因为他变成公营事业了，大家都变成公营事业的员工了。但我们很恐惧，因为看到以前在抢亲啊跟抄家的时候那种手段啊好像又油然而生。过去60经过多少年的这样一个合法，没有一个人讲他不合法，今天立一个违法违宪的一个条例，就是认为你这个不当，你这个要处理，不当都是在这个法律里面认定，经不起世界各国依照法治国原则各种的检验。所以我想我今天没有要讲情绪，因为我惶恐，我不一定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好，但我期待大家认为政党政治的一个还是各国目前的政治的主流价值。第二个的话，公平竞争我们一定要回归法民主宪政民主法治。好，那我们就针对这三个问题的话呢，因为时间这么短，我如同前面我真的很惶恐，我真的不晓得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呢我能够讲出什么东西。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那个互水组织，我们刚刚提过，就因为中投公司呢是民国60年成立，66年6月，那个我们新立台是99年呢4月，那同时都是依法成立，依照公司法的规定，不管做任何的经营、任何的竞争，都是本着法律来经营。政党因为当时为什么这个样子？因为过去呢，政党太依附政府很多的补助，又在宪政时期。所以那时候蒋经国先生跟蒋中正先生一定要自己要自立自主。所以这60年间呢，我跟各位报告，40年间中投呢曾经现金增资过5次，142亿，但盈余转增资呢有208亿，都是因为经营赚钱。这里面有哪一些属于特权，哪一些属于不是要冒一切的风险去赚的，大家必须要证明。第三个，有3次现金减资240亿，其中有70亿是成新育台，但其中呢有100多亿呢都是因为亏损啊。那为什么亏损呢？因为他承担了很多任务。第一个，不管在外交上面，今天在博流、在台贸，甚至在南非、甚至在北韩、甚至在越南，每一个出来都是流血流泪的。为什么？配合外交，别人不做的他必须要做。今天之所以赚钱的话，赚在哪里呢？我们感谢蒋经国先生，所有赚钱都是他当时所做的决定。为什么呢？台积电刚开始跟那个联电的话呢，因为他认为高科技没有人敢做，资本又很大，所以老实讲一定要请公营事业，从请银行等等大家，甚至海外的一起来投资。那中投你因为你党营你也必须要配合国家的政策任务经济发展。石化要往下走的时候，东联化学快倒掉的时候，中投你不能不跳进去。那中美和本里台湾本里西都在石化要延伸它的下游的时候，跟海外出一个比例，那共同来投资。好，那金融的话，因为那时候像处罚是有丙种垫款一堆违法乱纪，所以这个时候他认为应该要有一个，但是大家不做你必须要做，前几年是亏损，等到赚钱就开放了。好，那
中华开发不是那时候配合所谓创投，没有创投，所以他必须要，他本身他也必须要承担这个任务，所以他也去投资了一定比重，6%左右而已。没有想到这些投资以后，到民国八十四五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李登辉先生担任主席，那同时呢，刘太阳天当入党管会托管会的主委，所以处分掉赚了504亿。这里有哪个地方是特权，哪个地方是不法？第二个的话，所有的亏损是怎么样呢？因为基于外交，基于拓展对外经贸，基于呢，他必须要别人不愿意做，他必须要来做，同时做了很多纾困。这里面有没有政商勾结？大家经常所诟病的，都在这段时间，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看到我们做了很多别人不愿意做、很痛苦的事，遭受400多亿的亏损。所以，我们各位也要了解，就是说，我们这个减资有其中呢，那个其中有100多亿都是属于弥补亏损，哦，并不是完全都是赚钱。所以我想说，要那第一桶金的话，刚刚那个主办单位提到，它是从政府公债出来。我们今天假设。当赋税组织本来没有什么错，但赋税组织这个条例里面所赋税加出来，它不能够一般跟公司来竞争，而且经常受到很多的限制，不能够处分财产，不能够在还本付息，要很大的障碍。连薪水目前来讲，在我们的执法里面都只要用这几个来源，这几个来源根本中投根本没有，所以是给我们这些不当的限制，让它一个经营可能陷入困境。所以今天不是我们当赋税组织有那么大的，所以我真的很惶恐，也就在这个地方。第二个谈到所谓的受托人的问题，因为受托当初呢也基于呢连战先生记忆要取信于外界，所以说希望能够受托，也曾经找过很多专业机构，最初有好像一段时间他们不愿意。好，这里就个人都 学者专家都是属于那个独立性的，那同时呢老讲他们都本着公司化独立自主的经营。那等到那个 今年那个六月以前，因为大家争议很大，我们就应该尽量找国际专业机构。我找过了将近8家的专业机构，没有一个愿意，所以我那时候我们已经不再续约了。那接着又到后来，那我们的董事监察人是3年的一任啊，我不能一丢了就走，又没有人，也没有人要来当董事长，也没有人要来当董事啊。我拜托好多人啊，只好继续承担，因为老实讲不能在这当朋友也好，不能在艰困的立场离开，我的辞呈都还在主席那边。那老目的不是为了职位，不是为了保障我的职位，不是为了保障中国国民党。我们那个刚刚邱主委特别有提过，真的不护产，但必须要护法事、护法线。那所以说，我们一切刚刚为什么党要我撤回，我不撤回？你今天叫我公平、公正、公开、合理、合客、情、合理、合法，今天你不是要我做什么，我就能够做什么？陈述一项刑事原则是这个样子。第二个呢，第三题的话，就是说担任这个所谓就是要转为公营的部分。跟各位报告，你没有确认他，即使这个违法违宪，已经刚刚好几个已经提过，我们洋洋洒洒也把这些东西也提供给贵会，希望大家好好的思考。那另外第二点的话，你要转进去也先确认一下他到底有没有在4个以外。早期曾经到3500万党员的时候，每个人从薪水扣，老讲那个东西你没有查清楚，只因为他第一桶金不是以他不管他经营用各种方式来全部通通就这样就认定为不当党产。我相信跟各位报告，而且这么多年，而且那个所谓有罪推定，而且举证责任的转换错置，跟各位报告，各位如果哪一个能够做得到，我们今天我很佩服大家。资料找不到，那就是你就是不当。我相信呢，民主政治党跟我们中国国民党，我两个党我都担任过那个比较高阶的文官，我也非常感谢两个党都很照顾我，我没有任何偏任何一边，但是我只希望公正。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如果要的话，先要理清国民党申报以后的不当党产，之后你才能够说出那这些不当党产出来的。如果没有用这样草率的形式，这是一个历史，我不希望这样的历史在我们这个地方演给国际人家来看。而且以后的民主宪政，我们的所有的民主法治不再被期待。哦，谢谢，感谢大家，感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好，哦，谢谢。好，我们谢谢陈董事长。我们接下来是不是邀请利害关系人？那首先第一位是林恒志先生。
主席，还有各位委员，还有在座各位，大家好。我是中投的董事，但是现在不是受托人。那我想要引用一下昨天《自由时报》的网络新闻哈，他有提到，就是说有委员对《自由时报》提到，理论上陈树等人仍是国民党的受托管理人，接下来是上下引号，不然他们从六月到现在盖的章都是假的吗？都是假的。那我想哈，就是说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就是说其实啊，这个委员要调查的时候啊，可能有几个要必须要厘清的。第一个，我们现在确实不是受托人。那盖章是盖什么章呢？盖的，比如说，如果委员有看到，应该是属于陈董事长、陈树董事长基于中投董事长的身份所盖的章，跟受托人是没有关系的。那受托人呢，依照这个跟国民党的信托契约，他是在今年的六月期限就已经截止。那么根据信托法的规定，期限截止，信托关系自然消灭。所以呢，这个都是法律的事实，也是真实的事实，并没有什么好虚伪或者是说狡辩的地方。那根据这一点，我再向各位委员补充报告哈。国民党大概是从1996年6月宣誓呢，他本身不再经营党营事业，经营事业，所以呢，他就开始寻找受托人，那就寻找了一些财经还有法律专家来担任受托人。那在这从1996年开始呢，每年一起，那好几个期限其实都陆陆续续有所更动。也就是找的受托人都有所更动，期限届满，有的就不再担任受托人，那就找新的受托人进来。所以呢，这个期限一直延续到今年的，也就是105年6月为止，那就是正式结束这个中投公司股权的这个信托。那至于新裕台的部分呢，因为它是从中投分割出来的公司，它是在1999年4月的时候成立的。那在1999年4月成立的时候呢，中国国民党也原力把新裕台的股份信托给受托人，然后由受托人来这个担任这个信托财产管理的任务。那这一些呢，都是一个事实。那到最后，最近这一期，因为六月的时候信托期间届满，信托关系消灭，剩下来的就是要依照信托法的规定，将财产归还给中国国民党。那事实上，这个手续呢，也已经在九月的时候完成了。所以这整个呢，就是说，我想补充的，就是说，关于委员会所谓的命题的第二题，有关于这个陈树等五人是不是现在还是中国国民党这个股权的受托人，答案就不是这样子。谢谢各位。谢谢林恒志先生。那个我们是不是能够休息一个5分钟？主持人也要上一下厕所，抱歉一下，我们5分钟要再来，好吧？好。那我们休息5分钟一下，让大家上个洗手间一下，好吧？谢谢。
喂。听证程序即将开始，那请各位与会的贵宾，那请尽速入座，谢谢。好，各位，是不是请就座？我们准备要开始哈。接下来是请那个李永玉先生，十分钟啊。好，谢谢。三位主持人，那个各位委员，各位与会先进，大家好，我是那个利害关系人李永玉。那首先呢，我很感谢就是主委今天非常的和蔼可亲，这样让我差一点忘记说今天是要来厮杀的这样。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在这个转型正义哦，我们今天在转型正义以及这一个政党要公平竞争的这个氛围之下。我们立了这一个不当取得财产的这个条例，然后那这个要处理的事情就是说是政党就是违反它的本质，违反一个政党的本质，以及悖于民主法治原则所取得的财产，这个叫做不当那个财产。那什么这个条例里面就讲了，就是说悖于民主法治原则嘛。那其实民主法治我们常常就是这样讲，我们常常这样讲，其实这里面的这个内容其实是非常的这个博大精深哦。那其实笼统的讲，可以说这个民主原则讲的就是说权力的来源哦，权力的来源是基于民主，那这个是民主原则。那法治原则讲的就是说我这个政府呢，就是权力运作的模式哦，我这个权力要怎么运作，这个模式呢可以笼统称为这个法治原则。那权力运作的模式呢，就是发展出非常多的这个原则呢，来界定这个机关的权力要如何运作。那与本案比较相关的呢，当然就是说法安定性的原则还有法明确性的原则哦。那我们今天如果今天这个条例所要处理的就是政党违反民主法治原则所取得的财产，这个要把它收归国有。但是如果今天政府是用一个悖于法治原则的条例来要将这个政党悖于民主法治原则所取得的财产收归国有的话，其实手段上就是一个矛盾哦，手段上就是一个问题哦。因此呢，就是这个主委呢，就是是这个条例的制定者，同时又是这个条例的执行者，这个在历史上大概找不出第二个例子。所以我个人认为说，如果主委就是说在执行这个条例的时候呢，能够把一个高度违宪争议的这个条例呢，能够把它操作成一个合宪合理合情的一个方式，让将来大法官在选择解释的时候，他无可回避的就是必须做出合宪性的这个解释的时候，我个人认为这件事情比要从国民党那边追得多少不当那个财产来得重要许多了。因为今天国民党如果他继续保有这个
不当取得的财产，那是国民党在自取灭亡啊。但是如果今天主委以及各位委员就是能够把这个条例能够让它是一个合宪合情合理的方式来运作，那我认为这个主委以及各位委员呢对台湾呢贡献良多。但是就我个人的观察哦，就是目前党产会公告的一些执法看起来，我个人认为没有去减低这个条例违宪的疑虑哦，反而是让这个条例违宪成为一个无可回避的选项。首先第一个要谈到关于党产会的这个机关定位的问题哦，我们了解这个行政院都已经有讲了，就是党产会是一个三级机关，但是如果是三级机关的话，实务上比较常见的就是非安委员会，非安委员会就是一个典型的三级机关。在非安委员会的组织法里面呢，并没有规定说排除那个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的适用，但是我们这个条例呢，就是把它明文说这个党产会不受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的这个适用。为什么条例要这样定？这很明显的看得出来有意把党产会列为一个二级机关。那讨论二级机关跟三级机关的实意在哪边？也就是说二级机关的专任委员是要经过立法院同意任命的，但是现在各位委员并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个程序，因为行政院说你们是三级机关，可是看条例的立法方式看起来就是二级机关。那目前我们行政院辖下的二级机关总共就只有三个，就是这个通传会，还有这个公平会，以及这个中选会。所以中央行政那个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里面就说二级机关以三个为限。那看得出来这个条例为了要去避免说二级机关以三个为限，所以就说不受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的这个适用。那所以呢，党产会究竟定位是二级机关跟三级机关呢，其实就将来机关的运作，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党产会陆续公布了一些执法，党产会陆续的公布了一些执法，其实执法的公布某种程度来讲可以去缓和这个条例违宪的疑虑，但是党产会并没有这样做。我们看到第九条，就是条例的第九条讲的是说你有正当理由你可以去处分财产，好，你履行法定义务你可以去处分财产。那这个立法理由呢，就是立法理由写得很清楚，履行法定义务是什么，他说例如那个税捐义务。那正当理由讲的是什么，立法理由也有讲，他说例如缴水电费。但是党产会公布出来的执法呢，却将这个正当理由呢限缩只有一种，只有一种哦，就叫做这个财产的这个保存修缮。那大家学过法律最基本的都知道，就是说今天立法理由里面都已经写了这个正当理由叫做缴水电费，但是呢党产会透过执法呢却说没有哦，这缴水电费你要用自己的财产付，你不可以用这个不当取得的财产去支付，显然是跟立法理由是一个矛盾冲突。而且如果这个履行法定义务跟这个正当理由只有一种的话，那立法者其实在条例里面他就直接写就好了，他根本无待这个行政机关呢就执法去做细节技术性的一个规定了。那第三个呢，就是关于这个调查的这个程序，关于调查的程序以及这个罚款的要件哦。其实在过去就是4至585号，就是就征调会这个组织呢宣告部分条例内容是违宪的。其实违宪的大法官的违宪的理由不单单只是征调会它是在立法院的这个之下，然后违反权力分立原则这一个理由而已，不只是这样。那在585号解释文里面以及解释理由书里面都可以看得出来，大法官就这个征调会呢，它里面有条文，就是说任何人对于征调会的调查呢，就是不得规避妨碍或拒绝哦。那今天我们这个条例呢也有同样类似的用语，
也是任何人对于这个党产会的调查不得有任何的规避或那个拒绝。那如果违反的话，要处以罚锾。那大法官呢，在585号解释理由书里面呢，就是明确的讲，就是你这个处罚锾以及这一个不得规避调查的这个要件呢，违反这个法律明确性的要求，所以宣告违宪。那我们看到党产会呢，就这个调查程序呢，他有公布他的办法。那在他的办法里面呢，完全没有依照585号解释理由书里面所讲的那些内容去制定，反而是把行政程序法里面关于调查证据的条文引用来办法里面，其实这个是相当不妥的，因为行政程序法本来无待纳入执法，本来就是要适用的，但是你执法又只是去照入行政程序法的条文成为你的调查办法，这个是相当不妥。那第四个呢，我们要谈的是主委刚刚开会前有处理这一个回避的问题哦，就是回避主委跟这个司委员的部分哦。那其实我们就学者专家的部分呢，我们也有申请回避哦。那个这不是对学者专家的不尊重，我先声明哦，只是说就是那个过去的那个学者专家有这样的对于本案的争点已经发表了一些意见哦。首先李瑞昌次长哦就已经提到说，国民党口口声声说党产是合法取得，简直让人笑掉大牙。所以其实对于这个争点已经有一个预见在哦。那张清熙教授也提到说，这个国民党的这个财产呢，要跟国民党算账哦。现在所有登记他名下的财产呢，最后就是要全部收归国有。那杨士仁先生呢？杨士仁先生呢提到说，从这个张进成呢到张进庭呢，以及这个李全教呢，都有这个国民党党产买票的这个痕迹哦。然后另外黄世新先生呢也提到说，如果国民党要再硬凹这个党产具有合法性的话，是令全体国民感到不耻哦。因此，与会四位学者专家呢，其实就于本案的争点已经预先有成见了。那我们也依法来行政程序法第33条的规定有申请回避，那可能主委、主持人、待会可能要处理这个议题哦。那第五个最后要讲的是，我们今天讲的是不当取得嘛？不当取得照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国民党去拿到一个财产。去拿到一笔土地，因为这个条例呢，当时没有经过行政机关的讨论，所以条例的本身其实有很多不周延的地方。其实大家去无中生有去想条文这件事情真的非常困难，就是行政机关呢每次要制定条例呢，就是要反复的一直开会，从第一条怎么第二条怎样，然后各种的状况都必须要设想，然后用抽象的文字把它写出来。但是因为条例本身呢缺乏了这样的一个程序哦，条例的本身其实就是立法委员各自的一个提案哦，因此导致说条例部分在解释上各自都是矛盾跟冲突哦。像刚刚提到的不当取得，不当取得指的就是说我今天拿到一个东西吧，我今天拿到一笔土地吧，可是中投公司呢，它是国民党就是刚刚已经报告了国民党出钱去设立的，那他出钱设立的跟他去取得的这个好像在文义上还有这个概念上就是有所不同哦。那结果我们今天呢却把这件事情呢把它混为一谈，我个人认为说这边问大概是有区分的必要。以上谢谢。谢谢李永义先生。我想说明一下，那个行政程序法的申请回避是对公务员的申请回避哈。那我们今天邀请学者专家，以他们学者，然后以学者专家的立场，我想并不在这个行政程序里面的所谓的公务员，也不带具有做成决定或者参与的这样子的一个公务员的一个立场哦。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我们没有处理的原因在这个地方，也跟各位说明一下哈。如果我们处理反而是错了哈，但我们邀请的学者专家，我想。在类似的听证就还没有听说过对学者专家申请回避哦，是我们还要进一步来处理。好，那接下来是不是请利害关系人的最后一位是江
江美桃女士，好吧。主席，还有在座所有的委员，还有与会的先进，大家好。好，我是中投公司的监察人，那今天是以利害关系人的身份来这边好参加听证会。坦白讲，我对利害关系人这个身份，我还是觉得有点弄不太明白。为什么我要这么说？第一个，我要声明，我不是国民党党员，好，我也不是任何一个政党的党员。我对政治政党的部分，我说真的，我个人没有兴趣，好，所以我会去参与这份工作的原因，是因为在去年我离开了新北市政府之后，长期的公务员的身份，好，带给我的专业，好，是为好我的一些长官们好所认识的，所以引荐说，哎，是不是能够协助中央投资公司或者是新裕台公司，能不能在他的公司的一个营运上面来扮演一些可以好协助的一个好工作。那基于这样的一个认知，基于这样的一个长官的厚爱，所以我离开公职之后才过去担任这样的一个职务。当然担任这职务的时候就会有受托，好，信托财产的受托，但是诚如我们刚才林恒志林大哥所说的，我们在六月底，今年的六月底契约期满，我已经将我的手上所拥有的信托财产股票全部还给中国国民党，所以我跟他跟中国国民党没有任何利害关系，这我必须要澄清的。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担任公司的监察人是在监督公司的一个正常的营运。我很感谢从去年七月八月开始，在我们陈述董事长的领导下，好，我们公司的主管们都很战战兢兢的，好，在公司的营运上面，或许过去有一些什么传闻或等等，但是这一年来我并没有看到，好，他们对于公司该营运上该行有的注意，好，该执行他的专业部分，他们确实尽心尽力，我只能说我很感谢他们维护了这一年，好，公司的一个正常的运作，虽然外界有很多纷纷扰扰，好，在我们陈董事长及公司的同仁们的努力下，公司的营运还是非常的正常，而且是正派经营。好，这我必须要澄清。那我今天很不晓得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来这边，但是我要讲的是说，这一年多我所看到公司等着经营的不状态，我真希望说在当场会这样的一个目前现有，我们当然法我们要尊重这一个运作或组织部分，我希望当场会还是要给公司一个肯定，因为今天我们的公司的主管也都来了，那我相信正知正念的道德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规范，我们为人处事最大的规范，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公司的主管们，公司的同仁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下还是好好把公司继续的经营下去。我不管当场会将来做了任何的一个决定，但是我要讲的，好，他们好是在努力，而且也部分我因为接触的关系，我虽然不了解国民党的党员，但是我还是希望说一个政党政治是带给我们整个社会一个和谐的，这是我期盼的。以上好说明，谢谢。江女士，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学者专家的一个说明陈述意见。就学者专家的陈述意见，我们也是每人十分钟、哦、那我们是第一位邀请，刚刚希望能够在第一位发言，我们请黄世新先生、哦、
那个各位先进，因为刚跟主持人说我第一个发言，因为我等等提供的资料可能会厘清前一段哈所提出的质疑，比如说什么叫做法治国，什么叫民主法治哈，或者说我们判定不当不当到底是不是有一些准则哈。另外一个我想因为刚刚这个李先生质疑我们是不是能公正哈，啊其实如果我们几个回避啊，大概找不到专家学者了。那我想这个东西其实没有错啊，我不否认我讲过那个话，但那话已经在某个特殊场之下哈。当然我知道他不是什么特别意思了哈，就是攻防之间。但基本上我想我提供的这个意见有助于厘清哈今天要讨论下面三个问题哈。第一个我想下面一张，就是说为什么我先将德国的，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因为大家一直在谈说这个法有没有违宪，其实我们现在里面条文大概都是抄自德国处理东德的，基本上是全部抄过来的，所以如果说他那边已经申请事先过，所以有没有违宪，我想这里可那为什么我先提出这个就东德当时的统治的政党他的宪法，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属于工人和农民的社会主义国家，它是在劳工阶级的马克思列宁政党领导下由城市与乡村工作者，这是东德的宪法第一条规定。那为什么我提出这条规定呢？下一章，因为前一阵子大家一直在说党国不分、啊、好像跟党国不分大家都说、欸、那个是党国不分的时代，好像当党国不分、啊视为一种合理的解释说国民党拥有的财产，但是这里在看呢、啊。党国不分到什么时候结束？训政时期结束了，1947年，你看训政时期的约法就跟刚刚东德的第一条规定一样，对不对？为什么？的确，中国国民党是代表政府哦。临时约法里面明文规定了，所以党国不分训政时期的时候是党国不分没有问题，但是呢？1947年10月24号以后，已经没有党国不分的问题了。我说党国不分就是不对，就是违宪。所以就要特别注意一点了。1947年以后，党国不分本身就是违宪，因为我们的宪法里面有没有中国国民党几个字？没有。从头到尾，我刚看大家看中华民国宪法没有，动员抗战时期的临时条款有没有？也没有。戒严法，大家看。台湾戒严法里面只有什么？只有最高司令官跟中国国民党没有关系。所以我想，第一个大家厘清的，党国不分，基本上本身就是违法违宪，所以那不是一个国民党可以来诉诸说哦拥有这些财产的理由。所以在黄安雄的调查里面，他有所谓的什么转账拨用，对不对？转账拨用是政府机关的转账拨用。比如说台湾大学他转账拨用，但是呢他那个机关、啊、只有什么管理权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像台大现在所有土地，对不对？台大是使用机关跟什么管理机关，但是呢所有权是谁？国有财产。我想理事长在这里承认说，所以啊这个东西不要 混在一起。所以第一个，国民党不能再以党国不分来合理化他拥有的财产，这是我想第一个。从这里的话，那么第二个就是说，为什么特别提出台湾戒严？因为这跟我下面要提出的赋税组织有关。好，因为赋税组织这个东西也是从德国那边抄过来的啦。哦，从那边抄过来的。好，下一章。第一个，他只是党禁，为什么我将这段历史提出来？啊，因为国民党一直说他没有党禁，对不对？但是你看。1960年6月3号，行政院长陈诚指出啊，政府希望能有强有力的反对党出现，但依照美国的例子来说，不太清楚的，依照美国的例子是怎么样的，反对党如果目标正确当然可以，否则自然不准成立。所以有没有党禁？为什么我特别强调这段历史？因为我们的那法条例叫什么？政党及其附属组织不当财产取得处理条例，大家注意要取得哦。
所以刚刚很多我很委屈啊，不要陈述是我的老同学啊，我们研究所同学，他们很委屈啊，没有错，其实跟他们无关啊。为什么？我们是当时起的重头是六十年，我们要讲是六十年那个时候，懂吗？六十年不是现在，我们现在不是在追究现在经营者不划，不是，而是什么？六十年取得的时候，六十年，所以各位不需要很委屈的哦，因为跟你们完全无关，完全无关，对吧？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哦，六十年我们关键什么？就不是刚重头，对不对？是用把公债去缴付股款的。我们现在是看那个到底正不正当啊？啊，所以这里面来讲，就是说为什么这？因为当时有党禁，也就是说你中国国民党虽然统治，对不对？但是呢，你是什么？你是威权统治，很简单。哦，那这个就是为什么特别提出呢？因为是下面大家很关心的什么叫民主法治有关。好，再下一章，再下一章，下一章。哎，没有了，哎，下一章还有。这是赋税组织啊，这叫赋税组织啊，大家去看。中华妇女反共联合，可能妇联会大概跟这个有关，是前身啊，都是1950、1951，有没有哈？那个蒋经国有没有？1952年，蒋经国创青年反共救国团嘛，徐副官还在自由中国回家，既非政府机构，又非人民团体。就是说，我们现在谈的是，其实我们现在谈的是谈这一段时的历史啊，在谈这段历史啊，他到底这些团体成立有没有？正不正当啊？哦，不是，所以不是谈现在的妇联会，所以我们不是说现在妇联会跟国民党没关系，而是什么？你妇联会以前成立的时候，出身啊，应该讲啊，你出身背景到底正不正当啊？哦，所以我想这个东西要搞清楚哦。所以不是跟现在的人有关，而是什么？跟前面我叫做跟你的祖先有关呐、啊。好、哦，好，下面一张，第二个好，大家很关心实质法治国，对不对？这是我们的条例第四条立法理由之一。立法理由之一的话，这是关于什么？关于他对不当财产的什么定义，他所根据的，就我们条例啊，他基本上他法治国，大概刚刚都谈到法治国，对，法治在立法在等，也就是说啊，我们条例制定的时候，其实也是一，可能大家对法治国的解释不一样啊，但是你看，他也是根据什么？根据民主法治国的，但是法治国这边有实质内涵跟什么形式法治国的一个，那这段坦白讲啊，就从德国抄过来的啦，啊，所以下面一章，这是德国的，这是从德国的实质法治国的基本原则判定标准，所以不用担心，啊，为了判定标准就这个，那这个这是这两个，学者，这是他们的委员会，独立委员会，请这两位学者，宪法学者，这是宪法学者。所以有没有违宪？大家可以看，这是两个宪法学者，对不对？一个是 Stark， 一个是 von Arnim， 这两个都是宪法学者，他们提出的意见，什么叫做实质法治国？啊，第一个，你才能取得，你不能如果损害第三者的话，就是不符合，对不对？那这边就自由财产权就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啦，啊，那里面大家注意啊，为什么刚讲到那个赋税组织？因为我们有个结社自由，对不对？那大家看看。我们民国五零年代的时候，不，1950年的时候呢，我们有没有结社自由？你当时结社要那个刚 OK， 第十一条有没有？就是戒严法的第十一条，对不对？哎，你组织结社必须要什么？必须要经过政府的管制统治。所以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结社不是就他们就基本违反我们的宪法的结社自由的一个。所以这个都是有时候什么叫实质法治国？这是德国处理动德党的时候得定出来的。好。然后另外一个滥用政党在国家和社会之独占领导地位这一点，所以我刚才讲为什么党禁，国民党有没有透过党禁变成他一党独大，对不对？滥用他一党独大的统治权，对不对？设立中投也好，什么，跟人民什么强行购买土地等之类啊，所以这个东西基本上是德国宪法学者所提出来的，什么叫实质法治国的基本原则。哦，我想很具体，啊，很具体，不是很空泛的这个内容。下一章，德国怎么操作？这是德国在操作东德的时候，他对实质法治国的应用。第一个，如果是没收的财产，一项哦，如果你是没收财产，如果是购买的，对不对？如果你是交换的，对不对？哪一些是违反？是很清楚。我想这很具体啊，哦，
因为这是他们操作过的，因为他们2006年结束了嘛，就是说当时他们是利用这个东西操作来判定东德的 SED 的增长的赋税组织适合不当，在下一章，所以这个是经过实践的啦。好，你看哪些收入是属于你看党会或会费，所以不要以为党会就是正当的财源，不是哦，因为什么？国民党当时一党独大，对不对？入党有没有强迫？有哦，所以入党强迫的党会是不是合法的？哎，德国严格到这种程度啊，我们是什么？凡是党会就认为什么合法的哦。哎，德国不是所有的党会都认为合法的，要注意哦，对不对？好，第二个，党营事业，因为东德没有，它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凡是党营事业收入全部是什么属于不当，因为违反什么？违反政党组织的基本的本质。第三个，如果国家补助，大家可以看，我们也有前面有国家补助嘛，对不对？国家补助基本上也是一样，你在那个一党独大之下的国家补助，跟一般的那个什么，我们现在的什么选罢哎选举罢免那补助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什么？这是很具体的，根据实质法治国家的东德实践过的什么很具体的原则。下面一张，没有了，好了。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我是认为哈，今天的那个三个争点哈，只有一个争点，那这个是不是赋税组织不重要，因为它根本就是什么？我们要探讨的是中投或者一心一台是不是中国国民党的财产啊？那这一点其实第一个从财报来看，他们也有类似嘛，对不对？是投资事业。第一个，刚刚其实当事人有没有？没有一个否认的。所以今天这个听证会，他们也是不需要，对不对？啊，再来当然要判定，是说他是不是当或不当嘛？就是说，一个他是属于中国国民党的财产，就这两家公司。那我想答案应该是什么 ？S。第二个，他是当或不当，那基本上就取得，比如说刚刚讲说你中投设立的时候就是什么？是用公债，对不对？就这一点，就这一点。后面的发展啊，坦白讲不重要了。后面发展只是以后再计算多，到底你要拿多少钱出来等等之类的，对不对？跟现在经营有没有也不重要了。新理财基本上也是一样的。所以如果说今天听证会来讲说，我认为今天听证会其实答案很简单。第一个，它是中国国民党的财产，没有问题。当然它是当或不当，对不对？哦，那可能是最后要做一个中介的，但是我想今天听证会只是将资讯什么提供出来。好，以上报告，谢谢。谢谢黄世新教授。那我们接下来再回到我们原来的表的内容。哎，我看一下，我们是不是请李瑞昌先生吗？主席，在座各位先生女士，各位先进，大家好。没想到我刚才会被提到名字哈。那我稍微说明一下，就是说，作为处理党产，当年因为在监察院两次的会议决议，要求行政院要去清理这个党产。那当时我正好是那是民国九十二年的事情啊。当时我正好是财政部国有财产局局长，所以就责无旁贷的由我来开始做啊。那我今天讲比较轻松的话，就是说，其实国民党应该感谢我，当年用很公平公正的态度来清理党产，没有一点污蔑啊。那让大家知道，党产的问题就是这样啊，我不会让一些有心人在违三违四的在那边围剿，所以这一点哈，希望国民党还是要感谢我，这是第一点。那再下来，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原来开会通知上是对中投和新一台这两家公司啊一个听证哈，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哈，不管是你的意见是正方或反方的意见，那就透过这么法律规定的一个程序，大家公开公平的来一个检验，最后做一个认定啊。假使确实是属于不当当产，那就归还给国家或是原权利所有人啊。那假使确实
能举证之是合法取得的，那当然就是依法处理，维持给原真正的所有人。那所以我有两点个人的意见了。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对顾主委还有我们所有委员以及所有这个工作同仁，我要表达敬意，难道其实是一个欺勉加油的意思了。因为今天的大环境以及社会大家的认知，或者是在法律上已经有可以依循，行政上已经有法律可以依循，那我想今天要做这个当场处理的事情呢，比我们当年环境是好多了，好多了。那我相信只要依法来处理，秉公的处理，我相信最后一定会有让大家满意的结果。这是我第一点的说明。那刚才稍微说到，这就是说其实在过去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国民党一直来引用的大概就是说土地登记有绝对效力这一个论述。那正好我本身是学地政的，那在座也有很多法学专家，我们的副主委也是学地政的。我想以前那种说法就不要再说了，我所谓会笑掉人家大有就是那种说法。那我也澄清一下，因为土地登记有绝对效力，它目的是在保障善意第三人，是在保障善意第三人。假设超乎保障善意第三人的境界，那就没有必要了。所以很多假设说今天这个财产的移转，尤其是不动产方面，假设在实质和程序上有违法的，那就不要再拿土地登记有绝对效力这个说法来论述。这也是我一个建议。以上报告完毕，谢谢大家。谢谢李瑞昌先生。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请张清熙先生？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来参加这个听证啊，这是我们差不多二十年来一直想要这个追求的目标了啊。那也非常的意外，有这么一天哦，我以为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啊，不过还有这么一天，所以非常高兴啊。那今天的主题是比较简单，因为说中投跟新义台是不是国民党的附属组织，是不是不当党产哦？我想这个答案应该都是啦哈。这个我想刚黄志仁教授也提了哦。那我补充一点，就是说这个事实上我是这样想啦，就是说要追这个不当党产，应该分成两部分啦哈。一部分是党产，一部分是不当党产。那所谓党产就是现在的党产是有哪些东西，然后还包括被隐藏的或是被不当的这个移转给别人应该追回来的部分，就是现在有多少党产，我讲这个是应该要去确定了。第二个是不当党产，那不当党产就不是现在的党产，就是他取得，然后包括他用公务预算，用什么不当的这个拨，或者说不当的侵占，或是低价承租、低价出售，或者用什么方式得到这东西，然后根据物价指数跟正当的利率去折算，现在应该是多少？我觉得应该算这两部分。那如果说你现在的党产超过不当党产的话，那超过部分就应该是国民党的了。如果现在的党产比不当党的要少的话，国民党的任何一毛钱都应该还给国家了。我觉得应该分成这两部分算。那所以这个不当党产的那个计算会可能比党产更困难，因为它牵扯范围实在非常广。但是我希望说这个委员会能够处理这个问题，这应该是给这个台湾的一个交代了，因为这是一个唯一的机会，让这个
国民党的这个不当党产，这些党产可以可以处理掉，然后让我们那时候主张这个党国资本主义正式的结束，这是我的看法，谢谢。谢谢张金熙教授，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请杨士仁先生？因为工作的关系啊，所以在十几年前啊，开始接触党产了。那么这个当中，当然这个匆忙里头啊，也有写了一些东西的。那么观点不同啊，刚才也接受攻击啊，本人完全接受啊。那么讲到主题，这三个争议的重点啊，个人啊，从中投公司董事长陈树陈董事长大做了论述，还有法院的判决啊，可以说啊，这个答案已经出来了。我们陈董事长哦，探讨啊，没有人身攻击啊，在《人间福报》7月18号，他有一段话，他说啊，国民党党产啊，90%以上啊，由中投及新义台两家控股公司拥有，交付信托，并经勤业会计师事务所啊查核签证，由这个地方啊证明中投以及新义台啊，不只是附随国民党的附随组织啊，甚至它就是国民党的党营事业。也就是中国国民党的党产，所以我把它引申，不是只有附随组织，它还是党营事业，还是党产。由刚才陈董事长大做这个论述啊，答案已经出来了哈。那么根据经济部的公司登记资料来对照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网站，以及经济部商业司的登记资料，那个地址都一样啊。虽然理论上不一定是正相关啊，起码有关系啊，也可以证明，就说是国民党的财产。那么在底下，财经那个财讯双周刊有专访我们陈董事长，他这样讲。他说国民党的党营事业的布局啊，已经从过去的7家变成以中投为主、新义台公司为辅的局面了。哦，负啊，一个正的一个负了啊、哦。那么国民党啊，把股权信托给这个陈树为首了。6个受托人，我不晓得是他写错，还是那个时候有6个信托人哈，组成董事会来掌管中投公司，这个不是党营事业，不是国民党的财产，那是什么呢？哦，所以这一点也可以看得出来了哈。另外这个。中投公司啊，当年的额定资本额啊是350亿。那么在民国99年啊，它实收资本额原来是180亿。那他因为把那些有争议的党产啊拨给新义台，所以他180亿的资本额减为110亿。那么新义台公司就有70亿了，啊，这个背景就是了解这个情况啊，
所以中投是国民党的党营事业，因而可以证明中投为主，就刚才陈董事长讲了，那么新义台为辅的这个国民党党产。所以第一点，争议的第一点，不只是赋税组织，我再重复，而且是国民党的党营事业，甚至是国民党的党产。那对于第二个争点呢、啊，说这两家公司所持有的中投跟新义台啊，是不是受到中国国民党的信托而持有？这个理由啊，这个陈董事长在接受《财讯双周刊》访问的时候，他有这么一个讲法，说国民党啊，将持股信托给陈树等受托人，再由董事这个受托人组成董事会。就刚才我讲过了，同样可以证明这一点啊。那么关于争点的第三点，中投跟新义台啊，是不是属于中国国民党的财产？应该不应该啊，还给政府、地方政府的组织以及个人？哦，这个实际上有两点呐、啊，一个就是说要不要还，啊、哦，那么是不是中国国民党的财产？关于第一点呢、啊，个人这个有个看法，就是说，这个国民党的党产登记在五位的身上，那么《人间福报》的专栏有这么一个讲法啊，陈董事长的这个里头有讲到，党产下，党产的不当立法冲击国计民生，这个是文章的标题的哈。他用国计民生、知识体大这个来反驳了。他说这个是当年呢是作价转让，当然后来有人说，对不起，说作价转账了，哦，这个名词都一样。那这个作价转账啊，这个在最高法院的判决以及高等法院花莲分院都做同了判决。因为先判定板桥民族段的八笔土地啊，国民党输掉了。那么花莲的这个分裂的、啊、也做同样的判决，后来国民党上诉了，撤回上诉。他因为看民族段了，哦，这是我小人之心在推测，看民族段的已经输掉了，所以你在花莲应该也一样的判决了，所以。系出同门啊，这个他里头说转这个作价转账啊，这个判决书这样讲。虽然你中广的当年接收了七笔土地啊，都是由行政院还有国防委员会通过了，但是大前提是违背国有财产法，行政院也不能违法。国防委员会的定义啊，也有问题。后来这个就有点矛盾了，在这个中影公司，国民党跟中影公司要讨这个党产的时候啊，那个法官就说，行政院以及国防委员会这个有效，所以判中影公司赢了。哦，这个是延伸的问题的。那么他说。因为那个时候，民国35年啊，财产总登记的时候啊，已经有国有财产法。那你虽然是国防委员会，虽然是行政院通过准你登记，也是无效，因为法律国有财产法这个最大。到后来就扭转整个形势，为什么国民党在板桥民主乱，在花莲的民情段，哦，这个很好玩，都是有个名啦。那么在这个彰化的芬兰芬园也输掉了，巴黎也输掉了，跟这个都有关系。
后来为什么新一台公司刚才讲的70亿、哦、我到前几天好久没注意了，前几天看到他剩下1亿9000多万，不到2亿了。后来不是有立法委员说你这个财产跑到哪里了，国民党的解释是说我这个财产因为打官司输掉了嘛，根据个人的估计啊，板桥这块地啊，八笔土地啊，精华地段起码值100亿以上啊。所以如果说它的净值现在100多亿啊，150几亿啊，市价应该不止了，有的市价都要超过净值的好几倍。你现在稍微查一下上市公司，当然有比净值低一点的，大部分健全的公司啊，你这个市价都要超过这个净值好多了、哦、所以这个我原来写的拉里大厦，我就想这个比较短一点了、哦、那么这个还有国民党经常说，好几位都有超过，包括你后面的李永义先生。怎么时间到了吗？好吧，啊，那抱歉，不要这样，好不好？哦，尊重一下主持人。好好，再2分钟给我，好不好？我对国民党提出一个忠告了，要注意人民的感受了。为什么有一些党籍的立法员，他像嘎雷洋安一样？在人民看起来，我有一些朋友在讲啊，因为他背后有党的支持啊，啊，党的支持是什么？就是党产嘛。为什么这一次选举超过700万政治现金的前13名，通通落选？这个就是人民的感受了。而且我们中投公司的营收里头，这个有90几%以上啊，都是证券投入的收入。讲的难一点，就是炒股票，这给老百姓看起来观感很不好。我统计过，最近8年，2000年以后的8年了、啊，我们循环资金卖股啊，3400多亿，毛利340几亿。哦，因为最近公开发行撤销掉了，所以啊，这个门关起来就没有最新的资料。像这个东西老百姓都在看在眼里头啊，那你这样做的话票怎么会投给你呢？所以我是对国民党有个忠告啊，抱歉啊。谢谢杨士仁先生。那我们接下来请刘维成先生。那主席、各位先进，那大家好。那不好意思，我们现在技术问题正在处理当中。那我现在可以先就我就是不用做 present 的部分，先做一些简单的报告。那我个人的话是对党营事业这件事情并没有特别的关心了、啊。那因为我一开始只是要去研究一些台湾的一些集团企业的一个生态这样子。那不巧的发现到说，那个我在统计台湾百大企业的时候，不小心看到国民党也在百大企业之一，那觉得这件事情非常荒谬，所以就写一篇部落格这样。那我这边的话是可以跟各位简单分析、分享一下，说我就如何是利用一些那个开放的资料 open data， 然后去。
就是如何利用那个一些 open 就是政府的一些公开资料来去做一些资料分析。那像我的话，个人的话，之前是从经济部商业司，那我有透过朋友，我们去取得经济部商业司那边所有企业的盈利事业登记资料。那我们仅仅只是从这样子的一个全国的盈利事业登记资料里面，我们就可以去找出来说，那个各大企业他们的一个持在不同公司的一个持股比例，就是他们的持股状况。那其中在做那种公司统计的时候，我们发现到说，中央投资它其实就是大概也是它的持股的公司的数量，大概也是在全所有公司里面排名也是大概是前20名，甚至前25名、20名这样子之内。那这我想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啊。那对，那当然，那我们在讨论，哈哈，不好意思，对，好，那个，对。对，那这张图的话是那个我们就是我去画，就是去画出来说国民，就是中央投，我们只是以中央投资为核心，然后去发展出来的一个网路图，就是这其中就可以看到说那个这个图的画法，就是我们在画这个图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的严谨啊，就尽量避免说把那个误判的情况降到最低这样子。那我们只是说去讨论说今天中央投资国民党，他中央投资他去投资其他公司，那他投资的其他公司的时候，他又去子公司投资孙公司，孙公司一直投资下去，那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如果你一直投资下去的话，我可能会延伸到很多很多公司去，那你可能投资到50%-60%以后，那个可能都跟你没有关系了。那我们在这边其实我们只是说，就是去尽量说是以你持股比例超过50%，那对于持股比例这个东西的计算方式，其实相关的一些其他学者作家有不同的讨论方式。有人是认为说你应该是用盈余分配的比例来做统计，那有人是认为用股份。那我这边的话，我们根据经济部商业司资料，我们最可靠的是用董监事的席次来看。那根据董监事的席次的话，其实会看到说，中央投资它有一些公司它是100%投资的，有些它可能没有到100%，大概30%-20%这样子。那像这种公司，我们会区分出所谓的核心成员跟非核心成员。那我这边仅仅只是衡量它的核心成员，还有核心成员它投资的公司，还有有些公司，这里面有些公司可能跟国民党不见得有关系，但是它应该说没有直接关系，他们是属于那种共同投资的关系这样子。那他们共同投资就可以，那在这里面的话，其实会发现就是它延伸出去，其实有不少公司啊，其中有甚至是包含了101大楼啊，然后我们证交所、期交所这个，但是这个到这边，这个我们说这是国民党控制的吗？不是，他只是说有部分的投资这样子，并没有一个绝对控制权。我想这部分我们必须要先讲清楚。对，那但是这个网路图告诉我们说，今天仅仅只是看中央投资的话，可能还是不够的，因为他还有他的投资100%投资的其他公司，还有他后面投资的，甚至是说有些公司中央投资他可能只有投资20%-30%，不到50%哦，但是他100%投资的另外一间公司，却同时也持有这家公司。那所以这个控制权的认定是必须要考量到这种直接跟间接的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是，那我们只是以一个很严格的标准说50%。事实上，如果说你对公司的股权的控制这种有一些基本认知的话，你就会知道说，其实你有时候不必要50%，你也可以控制一家公司。对，那我们只是用50%已经是相对非常的严谨的这样子。那其实是说，如果说你就事实上说，那个我一开始并不是说非常清楚，说那个中央投资，事实上说根据利用一些资料分析的一些方式技巧啊，然后还有透过一些尝试的认定，比如说像我们在做这种东西的这种分析的时候，第一个问题是同名同姓的问题，比如说那个徐旭东担任的公司有那么多家公司，然后或者说那个我甚至有发现到王雪红担任的公司也很多家公司，可是有的王雪红不是同一个王雪红，他可能在高雄开保龄球馆的，对，那个可能就不是一样的。那但是
我可能会去说，我们只是有时候是根据一些简单的原则，比如说你法人投资关系这个一定是同一个人，那或者说你今天这个这间公司有两间公司之间有两个人以上同名同姓的，那个也大概也都会是同一个人，就是这样子去判断去认定，然后就可以去找出来。然后呢，当我找出了这些人之后，我甚至还可以去进一步去看说这一些人他在这些他除了在国民党中央投资相关的公司当董监事之外，他还有没有在其他公司担任董监？那就很有趣。就我一开始也不知道说光华投资跟国民党的关系啦。那当然就透过这层关系，我就知道说哦，原来光华投资跟国民党也是跟中央投资人也是有关系，因为他们就是同一群人。对。那我看一下这边光华投资。哦，好，不好意思，因为那个对这个网路图有点复杂，所以一时之间也看得很不是很清楚。我想这个需要大家那个，这个我们有放到部落格上面，那请大家再自己去看这样子。那所以其实是，我想就是那对这个像这个的话，就是以这其实我们这个都是以2014年的资料啊。那你现在如果说要再去经济部商业司去找最新资料的话，可能会又会有不一样的结果。那像这个就是说，在中央投资相关投资事业里面，比较多在担任那些董监事的那些人的名单这样子。然后像许立德、黄章龙啊这些，然后那些又可以以他们的名字为基础，再去找到他们投资的其他公司。对，我就是。这就是我们之前 在做的一些事情这样子。那所以我想，那我们另外还有在讨论的在做的一些研究是说像 IPO 公司哦，那我们有去看说那个过去的一些 IPO 公司，他们一些公司他们在 IPO 的时候有没有公司他特别会投 IPO 公司。大家都知道说那个今天要把一个公司辅导上市柜有时候也是需要一点运气啊。那有没有特别会押宝的公司？有啊，像开发交银那几个。不过那个我记得之前看到说中央投资也是刚好也是在前几名这样子。那这部分到底是说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我想这个还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来去认定这样子。对，这关于尤其是那个这个中央投资他在那个 IPO 成功的资料，这个大概是在很。我印象中应该在2008以前的事情了，甚至是在2002以前的。对，因为他们对2008以后他们就是那个取消公开发行的，所以我们也看不到他的资料这样子。对，所以啊，对，这就是我就是从资料分析的角度啊，然后就是试着去为大家提供。如果对于当产它是不是正当，这边我们可能没办法发表意见。那我想我能做的一些帮助，就是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关于它影响力范围的一个认定的基础，这样子。好，谢谢大家。刘先生哈，那现在有关学者专家的部分都已发言完毕。那么部会代表的部分，今天出席的有内政部的民政司、经济部的商业司以及财政部的国产署。那政府代表部分有没有要上来表示意见？好，都没有。好，那但是就是说，如果下午有一些事情要问询问的话，那可能如果有必要的话，可能会询问到各位。好，那再看。这个会议的进行状况，那我们今天上午的这个议程可能到这里，可是我们要决定一下我们下午的议程要如何进行哈，稍微先跟大家交换一下意见，特别是跟当事人哈。那么当事人申请有传唤两位，一位是那个杨维珍先生，另外一位是那个吴卫志先生哈。那这个部分我们早上有同意说要列入。那另外我们有传唤的一位郑兴海会计师有来吗？是吧？郑会计师，哦，有。好，那另外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问题要询问当事人的，就包括有列为证人的邱大染先生跟
中投跟薰衣台的代表人陈树先生、哦、那就这个部分你们所申请传唤的杨维珍跟吴维植，就是说国民党申请传唤的是希望先问还是如何，由你们来先问吗？我们原则上证人可能要用这个一问一答的方式来进行。因为你们是申请传唤做证人、啊哦、所以你们的意思、哦、就是说只是想请他们表示意见是不是、好吧，那也就是说你们是不采一问一答的方式，是希望他们先表示意见，类似一个专家学者的一个方式这样子。了解了解，因为你们一开始就是申请作证人，我并不了解他要就哪些事项作证。事实上我们也在昨天有去特别询问你们说他要证明什么。那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是说那 要先，因为十二点以前还有一点时间，那是不是要先求请一位 来表示呢？好不好？好，那是不是请杨维珍先生先十分钟？也就是说，你们就是打算他发言十分钟，这样就对了啦，是，好吧，好。好，主席，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天我来这里，其实是受国民党的这个邀请啊。那在座绝大部分都是法律学者，大概只有我一位是学历史的啊，所以可能就是说我会从历史的这个角度啊，来针对国民党党产这个报告一些我所了解的情况。我个人对于刚刚这个黄教授提出以这个东德啊为这样子的一个不当党产的一个这个追溯的一个背景啊，我其实是有一些疑问的啊。那主要是因为各位都知道东德这个是在苏联崩溃以后啊，那它整个共产体制瓦解，然后德国统一，所以它是两个国家啊，或者是一个德国啊，一个分裂的两个政府啊，这样子的一个形态。跟今天台湾啊所面临到这个国民党这个议题，似乎很难说服我们啊，尤其是我们学历史的，就是说把一个国与国之间的这种东西比附到国内的政党政治里面啊，所以这是我比较疑惑的啊。那再来就是从我们历史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啊，我自己研究中国现代史，国民党从这个1928年掌握全国政权到2000年，他第一次失去政权啊，他是一个长期执政的执政党，在这个72年的执政当中啊，那这个国民党是一个执政党，所以党营事业啊，其实它有一种性质，就是一种准国营事业的性质。那既然它是一个准国营事业的性质啊，它当然它可以从国家当中得到不少的利益，可是它也必须啊。为国家的政策付出一些牺牲，所以这个德跟失之间啊，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全面去看的。今天有太多反国民党的人，就是把国民党得到了好处啊，来这个口出笔伐。那可是就是说，国民党对国家在过去这么多年的一个过程当中，他所付出的或是他所牺牲的啊，似乎就不太有人去提到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块上面啊，我们身为这个学界的这个学者啊，我们也有责任呐、啊，把它做一些这个陈述啊。因为平衡报道啊，我想不仅是历史学啊，这个在新闻报道上面也应该是如此的啊。那党营事业或者是党产啊，它是一个复杂。而且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啊。那譬如说刚刚我们邱大展先提到的这个齐鲁公司啊，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切入点。
齐鲁公司是在大陆成立的啊，那理论上这个好像不当党产没有讨论到大陆这一块啊，那他是在这个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为了要推动党营事业啊，成立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是在大陆时期最大而且是国民党获利最多的公司，所以它很重要啊，它很重要。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啊，我们就必须要问说，那国民党为什么要在抗战以后发展大规模的这个党营事业？主要是因为啊，刚刚这个黄老师也提到了啊，国民党在整个中国现代史上啊，它长期的这个执政，或者说你说垄断政权也可以啊，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早年它确实是党国体制，尤其是在训政时期啊，标榜就是国民党它是党国一体。可是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的前夕，国民党看到整个局势已经开始转换了啊，包括国内还有这个共产党还有民盟的这些种种提出的要求，所以它必须要怎么样呢？必须要应对整个抗战以后要开始行宪啊，预做准备。那在训政时期啊，不可讳言的，国民党的经费来源绝大部分是国家提供的，所以有人认为这叫做以国养党啊，国民政府国家来养这个党，那党呢以党养党员，所以蒋介石总裁啊就这个下了训示说，我们要改变这个东西，以后要以党员来养党。那以党员来养党的话啊，大概他提出两个看法，第一个看法就是党费啊，党费。那我不晓得，就是说这个党费这个问题哈，这个因为今天很难查了啊，这么多的党员，谁是自愿，谁是不自愿啊？我觉得这个很难查啊，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探究每一个党员背后的心态。但至少啊，这个扩大党费这一点是国民党啊这个独立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这个起点。那再者就是很多人提出了啊，党要经营事业，不要再靠国家了，党自己办事业。这个事业什么呢？就是国民党赖以这个维持党务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而且啊，他们也提到了一点，哪一点呢？就是将来整个开放政党政治以后，我们势必要靠大量的捐赠。可是大量的捐赠来自于谁？来自于企业家。这些企业家会不会影响到整个政府的这个政策？显然会的。那这就会落入什么呢？落入到金权政治。我想这是很多民主国家很难避免的。所以国民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就认为说，我们为了不要让我们的党被资本家操纵，我们自己来办企业，我们不要有求于政府，我们不要有求于这些资本家。所以党营事业当初的出发点不见得是恶的，它其实有经营整个政党政治、政党竞争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过程啊。好，那它后来怎么发展？在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认为自己既然是执政党，他在抗战当中牺牲了不少的人员，牺牲了不少的这个党员啊，包含一些情报人员。各位可能不太知道啊，这个国民党曾经在抗战时期为中国的情报工作，为国民政府情报工作贡献了相当的这样子的心力，在上海，在其他这个很多的地方啊，也被扑灭过。所以他的牺牲确实是事实。那还有许多党部的这些牺牲啊，所以他就认为说，我们的这些牺牲啊，国家应该要给我们一些补偿。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后来出现了一个名词叫转账拨付。什么叫转账拨付？就是国民党统计他的损失，由这个中央党部报给行政院，行政院在这个敌伪财产处理局底下，按照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拨付给国民党。所以以敌伪财产啊为基础，加上国民党自行这个筹募的这个资金啊，在战后他们一共办了11个由党中央指引的这个党营事业。这里面最大的就是我刚刚提的齐鲁公司，在台湾有一个新台公司啊，这个是当时这个党营事业的一个发轫。那党营事业在大陆时期啊，这个刚开始经营啊，其实面临到很多的挑战。但是到了后来啊，他可能还经营的不错，但没有多久哦、啊，国共内战逆转，那国民党几乎丢光了整个大陆啊，那这个党营事业当然也不太可能这个幸存。不过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有3家党营事业啊，把他的资产搬到台湾，除了齐鲁之外啊，还包括了这个建大，还包括了这个安徽农产公司。所以这3个公司把他的资产迁移到了台湾，再结合台湾的新台公司，
这就是国民党党产的第一桶金。所以很多外面的这个说法说啊，国民党开始 卖土地啊，卖什么啊？各位想想啊，在那个时代土地值多少钱？那不是今天呢。所以国民党的这个第一桶金啊，我自己的这个就说看法啊，应该跟大陆迁台的这个资金是有密切关联的。当然，国家有没有这个给国民党一些好处？当然有啊，譬如说这个齐鲁公司在台湾办的第一个这个厂，就是这个建台橡胶厂。建台橡胶厂啊，这个是由国民党这个齐鲁公司跟这个联勤总司令部合作，由联勤出了90万美金啊，作为他的开办费跟维持费。办什么呢？就是这个就是说生产这个军方所需要的这个轮胎。所以他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利益。但是我必须要讲啊，当时全台湾像这个建台轮胎厂这么样这个规模的其他的这个相关的产业有没有啊？这恐怕还是另外一个问题。总之国民党的第一桶金是来自于他的这个迁台的这些产业。随后因为韩战爆发了，韩战爆发以后啊，美国恢复对台湾的军援跟经济的援助。那当时这个蒋介石总裁啊，就把这个部分的美元用在兴办党营事业。那这兴办党营事业并不是独厚于国民党，而是在于美方要求我给你的援助，你不能都弄到什么呢？国营事业，你要有民间事业。所以为了要符合美方的需求，蒋才要这个党营事业去承担这样子的工作。所以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说国民党在过去这么多年的作为里面，我不敢讲他100%清白啊，对不起这个党部人员啊，但是他也有他应有的一个贡献跟值得肯定的地方。我们不能够一翻子打翻一凡人啊，这个我觉得就我一个这个学历史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该肯定就肯定，我们该批判就批判啊。所以在整个这个台湾时期啊，国民党的这个党营事业的这个起家是这样子的。而且在初期啊，国民党的党营事业没有今天包山包海了，这个整个国民党的事业的起飞是跟台湾的经济起飞同步的。所以当台湾各企业都开始赚钱的时候，国民党的企业会不赚钱吗？可能有一些不赚钱。为什么不赚钱？因为他要配合政府的国策。那他还有一些很奇特的这个使命啊，什么使命呢？政府出款要他去怎么样呢？去突击大陆啊，这个陆工会的这个责任在这里啊。政府出款要他去经营这个海外的关系，刚刚我们这个陈树董事长啊也提到了国民党为了配合政府的政策等等。那这一部分叫什么呢？叫政府携款啊，政府携款。我呼吁啊，我们学界把什么呢？把转账拨付跟这个政府携款这两部分我们好好的查。我也希望相关的这个档案馆啊，能够这个尽量便利学者去使用档案啊，因为这个东西啊，你盖不住的，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把整个这个档案啊，这个公开的开放啊，不管是国民党的或者是政府的啊，因为这东西一定会有嘛，有这些档案之后哦，我们做一个公开的那个普遍的一个研究，我们鼓励学生，我们鼓励大家一起来，事实真相总会出来的。总之啊，我认为这个就是说顾祖伟啊，非常的努力啊。那但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是这样子啊，我们不可能在短时间里面把一个七八十年的问题就这样子弄出来。历史学要求是什么呢？就胡适说的啊，一分证据我们讲一分话，十分证据我们只能讲九分话。这是什么呢？这是一种谨慎的精神，因为我们要面对的是历史啊，因为历史，我们要提供后人去检视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啊。以上是我的看法，谢谢各位。杨维珍先生，那杨先刚好提到那个齐鲁公司，事实上我们对这家公司非常的有兴趣，那我们也准备了一些问题。那么所以呢，是不是下午就麻烦杨先生呢，就刚好您也是证人的身份，那我们刚好就齐，您既然对齐鲁公司这么有研究，那我们就齐鲁的部分来请教您一下，好不好？那不是那个黄教授，我想这样好吧，我们现在要必须
程序还是要往下走一下。那如果说您等一下有意见要表述的话，我们也许在询问的这个部分让你有一个机会可以来表示一下意见，好不好？也许那 我想因为我们表定的时间到十二点然后到一点休息，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就休息？那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先请吴威志先生然后来先你要讲的，你要先讲完是吧？好吧，好吧，好好。哎，谢谢主席，谢谢各位贵宾，谢谢各位前辈哈，谢谢各位媒体。那我所要陈述的是，我是党员，但是也是学者，所以我从历史跟法的角度来说。因为我们国家是一个法治的国家，民主法治到底在这一场的公听会里面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首先我们看到不当党产，到底不当是不是等于不法？当然我特别感谢啊，刚才也听到了先进说的张清熙先生说，合法党产跟不合法党产是非常重要，要做个区别的。所以不当党产呢，我看到了法条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不当党产是如何取得，不当党产是如何投资。可是呢，我们必须要厘清，如果它是合法取得、合法投资的话，那应该也是符合我们法治国家很重要的在保护人民的财产的这一个部分宪法的一个层次。当然，我刚才又听到了黄世新先生所说的那个部分，尤其讲到东德的部分哈，我跟刚才的历史学者也一样的一个看法。东德的法治啊是分离的，后来东德被舍弃的，所以呢跟台湾是不一样的。如果今天台湾是兼并的中国大陆，就同样的就分割而舍弃了中国大陆的法治。但是今天的台湾是延续性的一个法治，也就是我们的宪法是延续当时候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而来。我相信刚才也有特别讲到约法时期，他有把时期也放在上面，所以这个延续的法治我们是不能够否认的，这是一个法治国家很重要的一个精神。当然我必须要从法律层面跟宪法层面去做探讨。第一个，法律层面我还是必须要提醒委员会啊，不当党产条例的第五条里面，它包含了党费、政治现金、竞选捐赠、竞选补助金跟孳息啊，反面的解释它就是一个合法的一个党产，所以这个部分不可以概括的去做相关的一个冻结，所以这个是特别的提醒。第二个部分，在第九条里面有特别提到的是履行法定的义务，特别他在履行法定的义务里面呢，他说不能够禁止处分，而且在第二项特别讲到这不是由委员所定定的，委员会所定定的，所以显然履行法定的义务是一种保障相关宪法权利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部分也不可以来做不得禁止处分。同样的，我特别也刚才有听到律师所说的第五条里面太多推定的一个用语，事实上不当党产的一个的推定啊，它其实变成了法治国家依法行政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举证责任的转换。今天我们是依法行政，我们怀疑人家你有不当党产，那政府应该提出相当有力的足够的一个证据，而不能说你提啊，你如果提不出来你就是不当，我认定你是一个不当的党产，这是违反了法治国家依法行政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呢，同样的我也说不当并不等于不法，所以在还没有确认司法还没有确认以前，罪行法定主义耶，你怎么可以说人家那个就是一个 不法的一个财产呢？再来我特别提到宪法财产权跟结社权所涉及的公司法的问题，我特别提到的是公司法是在民国18年所订立的，特别的是民国69年5月9号修法达到100多条，但是各位，中投公司在民国60年6月4号成立，这个时候公司法并未禁止
政党做相关的一个投资。所以我们说这不能做这样的一个连结。这带来第二个，我们也看到人民团体法在民国31年的时候公布了20条，只有20条哦。结果呢，到了78年1月27号总共修成了67条。所以呢，是到78年的时候才修成了这样多的一个条文。我必须说，刚才说到的主持人说的齐鲁公司是在民国34年大陆时候刚好国民党成立的11间的公司，包含齐鲁公司，在那时候我们依法论法却没有禁止政党的一个投资啊。再来我们看到民国60年还是没有禁止政党的一个投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依法论法，事实上我们合法，我刚才说的合法跟不合法要区分，合法的投资、合法的取得有什么不对？所以这都是宪法所保障的一个范围。再来我特别说到了，今天我们也不是在讲违法的问题，事实上我们今天必须要去探讨一个非宪时期，也就是说无宪法时期。各位不要忘记了，我们是在民国36年12月25号才行宪的。所以刚才也说了，在民国20年到民国36年12月24号的期间仍然还是训政时期，我们所用的法是约法，所以在这个时候的约法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宪法里面你要特别看到171条哦。事实上宪法的解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讨论点的争论，也就是说171条第一项直接告诉你法律违反了宪法是无效的，所以这个抵触的部分包含了实质宪法的抵触、实质内容的抵触，也包含了程序内容的程序运作的一个抵触。既然宪法是在民国36年12月25号才行宪，那么请问之前都是非宪时代，那是不是非宪时代你现在用我们不当党产这样的一个条例却追溯到民国34年8月15号以后，那么这之间呢却不是我们目前宪法所规范。那请问宪法是最高母法，它的下面的法律居然超出了它，那超出了它之后理论上按照宪法171条应该是无效啦，因为为什么？因为它是原则法。例外法你看到171条的第二项，它才是有疑义的时候申请解释啊，所以解释是在后面的条文呢。但是我当然也不能否认 他直接就说我们在追34年8月15号到36年12月24号是违宪的，我也不这么说，我也不说它是 无效的，而是我刚才说了要回到训政时期的约法去规范这个时期所有的取得、所有的投资，这才是符合我们法治国的概念。因此我要说的，我看到了训政时期，刚才也有学者提出来他的约法在前言，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的前言跟他的30条都有特别提到了以党治国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由中国国民党来组成相关的政权政府。同样的在他的72条里面也说明了国民政府是由当时候的中国国民党所来选任 来推动所有国家政府的一个体制。所以这个历史啊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承认当时候是党国一致的时候，当然现在是一个我们进入了民主时代，但是也不要忘记了他也依照了我刚才说的公司法、人民团体法相关的法律承认了独立的公司，所以这些都是合法而来的取得跟合法而来的投资。接下来我必须要澄清一个观念，我们一直在说不当党产条例是一个特别法，可是各位啊，法律是一个司法的整体的体系，我们绝对不能用特别法就把所有的普通法全部丢掉了。你去看我们的普通法里面关于权力消灭的规定，最短的规定里面有公务员惩戒法，它所规定的公务员追究10年，有民法所规定的债权请求权的规定，
他最长是15年，还有更严重的死刑，刑法死刑的追究是30年。请问刚才我们那个国民党的主委也说了，居然这个法追究了71年，还会继续几年你还不知道。各位，我今天讲的不是中国国民党的问题，今天讲的如果一个特别法可以这样子这么不符合宪法比例原则而破坏到这么多的时效的问题，那么请问还有什么不能够破坏的？随便用一个特别法就可以把所有的普通法全部都毁掉，那这个对我们国家的法治是非常危险的。那么最后我必须陈述啊，在那个党国不分，当然我们现在认为不对，可是历史有历史的时空的背景，那一个背景里面我们还有面临很多的强敌，很有可能把台湾给兼并了，所以那是不得不的一个时空，而不能以现在的角度去说那个时候不对。更何况当时的国民党所肩负的是国家的重任，所以他帮助了国家，也帮助了非常多的事物，推动了非常多的事物，包含了这些事物呢，我必须要借重民法上的无因管理的概念，也就是说事实上他很有可能没有得到政府的委托，国家的委任，但是他所做出来的东西都是帮助了国家，使得国家有利。那这个无因管理的概念，在行政法的无因管理概念也应该要算进去他的一个管理费才对。所以我认为当我们去追究历史的时候，更应该要对历史负责，更应该要横平的去看待所有的一个问题。这以上就是我的陈述，谢谢。因为刚刚那个 黄教授有一直想要发言，我现在统一问一下好不好，就是说学者专家的部分有没有在那个啊、那如果没有其他人要发言的话，那我是不是请黄教授，我们给你3分钟可以吗？好不好？哦、好不好？好、哦。因为刚刚谈到的说东德西德的问题哈，您还是上来讲一下好了，好不好？我们给你3分钟，好不好？好，等，我将那个 PowerPoint 找出来哈，因为这牵涉到时间的问题哈，要很精确哈。对不起哈。等一下。没有，我刚刚说的才在问说你们有没有要那个，如果没有的话就因为。因为市长，这个又不是说有多发言就多怎么样，就是说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我只是最后做主持人做一个权衡，说还有没有人要发言，最多那个有没有？没有了，没有。不是因为刚谈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因为我们刚刚在争执什么叫实质法治国嘛，对不对？那我提出来说张西德，那有两位先生质疑我嘛，他说那是东西德合并以后，对不对？好像西德去清算东德嘛，啊。所以我要讲的是时间点啊，就是说我给他时间，因为这个东西啊在很多场合啊，很多他没办法反驳，就是说里面所谓实质那个内容，就用这个东西跟他等于是跟他污名化，你知道吗？所以我讲这是从历史，刚刚讲两个都历史学者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很重要。我再报告第一个，东西德合并，大家记住哈，1990年8月31日签订统一协定，哈，8月31日，注意日期哈。那处理东德的这个 SED 的党产的法的通过，是在1990年5月31日，刚好在什么统一协定3个月前。第三个，东德所谓的调查政党和人民团体财产独立委员会，是在1990年6月，也就是说啊，法的通过跟所谓的独立委员会的成立，都是在什么？都是在东西德签订统一协定之前。所以注意啊，不是东西德合一定以后，西德是什么？去清算东德哦，
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条，那么后来东西德签订统一协定的时候呢，纳入协定的里面条文再增补，啊、哦，所以我想国民党的朋友不要一直在讲说，哎，东西德什么跟我们不一样，对不对？什么事实上合并了以后，西德是什么？是亲在东德，不是哦。东西德统一协定没有合并前，东德自己本身它民主化以后，就像我们台湾民主化以后，对不对？那么新的政府成立以后，就通过一个什么一个条例，懂吗？所以我相信这点很重要。为什么？对影响社会大众视听有没有？我想这是很关键的，因为我在很多场合，这个甚至在立法院公听会也是一样，我报告过。所以我期望国民党我的报告哈、啊，详细的去看、啊、因为这东西我写得很详细的，懂吗？那如果是你要批评我的话，你详细看完以后再来。好，谢谢。如果没有其他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发言的话，那我们是不是下午好不好？好，下午我们现在12:15，那各位要休息多久？一个小时、啊，我们是表定一个小时，没有两个小时，一个小时啊，所以就是1:15，好不好？1:15。下午的程序进入到这个询问当事人跟证人的阶段。原则上就是说，按照我们听证程序的一个规定嘛，哈，对于这一个所谓的当事人或者是证人的部分呢，我们的委员哈，可以对这一个到场的这一个证人跟当事人啊，就所想要。听证程序之中所想要了解的事项加以询问，这样子。听证的是三个争点，不是三个问题。OK， 是三个争点，不是三个问题，是跟这个争点有关。那我想，因为我们是听证，主要是让这个记录哈呈现，然后作为以后一个处分的一个参考嘛。那所以如果说您认为这个程序上来看问的问题您认为您不想回答，或者是说您认为您不适合回答，您可以随时在程序中提出意见，这样子没有问题，好不好？哦，哎，有也有开放当事人发问，哎，没有问题，哎，有开放当事人发问这个程序，对，好、哦，好不好？那我们就先休息到1:15，好不好？好，谢谢。